好，当然大家午安哈。现在我们进行第六次会议，先请秘书长来宣读上次会议事录。宜兰县议会第十八届第三次大会第五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一百零五年五月六日上午九时四十二分。地点本会议事厅，出席院黄定和议员等三四人。类席间人：县政府财政处长林佳阳、财务管理科长胡淑兰。 主计处长陈进兴、预算科长林汉川，文化局代理局长宋龙泉、农会处长陈德兴、渔业管理所所长陈祖健、环保局长陈真清、民政处兼社会处代理处长邵志奇、工商旅游处长陈长伟、地震处长余仁兴等。本会秘书长陈茂林等五人，来宾各报及各广播电台记者。主席林副议长吉山，记录陈洪谋。主席宣告开议，报告事项依主席报告签到议员已达法定人数。二，秘书长宣读第四次会议议事录。 2016宜兰绿色博览会无老坑风景区短期经理管理合约书已份，请备查，决定予以备查。是法制书报告送请大会备查案件，宜兰县政府105年4月25日虎龙黄字第1056018号函列简送本府修正宜兰县农药贩卖业执照收费标准，如附件，请备查，决定予以备查。五，主席林副议长其三报告。 本第三次大会议事日程表已前日预备会议时，议员另外提案增加21项专题报告，因受会期限制，经已各提案议员沟通后调整为12项，将如附件一。同时将专题报告排定5月12及13日下午、下周4、5两天进行，其余议程依序顺延，依旧本次大会变更后之议事日程表提请确认。 讨论事项：一、讨论本会第三次大会议事日程表变更后，大会决议照变更后议事日程表通过，将如附件二。讨论议案：主计类两件大会决议，详如议案审定议案表。其他事项：讨论第二一杯金动之数额表示议员要求办理提供之事项。陈正南议员将必要议员黄定和议员执行及，请宜兰县政府环境保护及收集并调查近3年来补助宜兰县捞渔业协会宜兰县豆腐夹自然生态保育协会添购所需装备之项目及实际花费之金额有否重复补助，账目核销不实之情形，已本3次会大会环保局 A 5报告前函入本会，上午11时27分以上。好，请问大会议事录有没有意见？好，确认哈。好来，报告大会啦哈。 咱这边就是既定的第三天啊嘛吼，啊多谢大家支持啦，意思尽量顺利啦吼。啊，咱嘛特别咧，伫会议开始就甲过去吼无处理的这个当时一笔金事额表啊做一个基本上的这个审查啦，当然有一寡保留的啦吼。啊，但是即嘛是要请大会来同意，就是讲怎吼，因为有一寡电务案吼，有一寡电务案当然是中央补助啦，要咱尽量各种建设吼。 啊，有各13件啦吼，13件都征收了，你再个陆续个几摆。啊，佫一件就是今年度第一季的冬至预备金事额表啦吼，第一季的，就1月到3月。啊，佫财产处那5件啦，财产处那5件合计19件。甚至个部分哦，特别是讲迄个电务员的部分哦，总是中央要补助嘛，啊，伊嘛时效性有要紧的，啊，咱就进来。 先来个互伊通过吼，伊通啊通去办啦吼，啊嘛无法要叫恁大家等下再看卖嘛，啊无法要紧嘞，吼啊就就就暂缓再来处理啊，吼征求大会同意是毋是安尼来进行啊，好不好？同意。啊，陈燕。啊，感谢大会主席哦，各位同学午安哦。我想是这样哦，而且本席要要求啊，咱啊大会主席哦，是毋是未来吼，因为电力困难拢无共时间。 有一个撇色性，甲需要性，其实这有赖的时阵，局处因拢是非常的清楚啦。是毋是这个部分有当时哦，听市委咱安排的时阵，甲咱艺术组嘛好，哦会当来联络去听市委审议的时阵，就赶紧入来啊。安尼大家拢较无情之外好咯，啊卖临时临要哦，你讲啊撇色性的需要中央的补助拨来，咱赶紧来处理这，同啊内外无要紧，啊卖直接贵的安尼啦。好，以上。多谢啦吼，都、就是以两种可能啊，都。
管教一定袂使去慢去啦。啊，第二就讲，咱这边因为大家各人大学的关系哦，定时会提早较侪工较进前开啦。咱以后当然尽量较晚再来开啦。哦，多谢你的指教啦。啊，至于吼，预备金还未要保留的部分哦，咱就甲这电子员要紧的先个通过了，咱再歇困一下吼，是不是来协商一下，甲遐预备金看要怎处理，我来大家来参详一下，安尼来开就足紧的啦，安尼好不？好啦，拜托，阮大舅妈你啦。同意啊。好啦。不同意。妈你啦，你忙讲一下。不同意啊。妈你啦，好啦，我知影啦。我不同意。你知喜欢你知吼，我本是不同意。啊、好啦，你不同意，我知影咪。无啊。好啦，你歇睏一下啦。不同意。妈你啦，妈拜托啦，我爱惊你啊，妈你啦。不同意。妈你啦。不是啊，有影啦！你即马要你无你，咱若是讲做伊都无要紧，咱就甲不同意。啊，若是啊有要紧，都去做啦。本身不同意啦。安怎好？对，你若真正无要紧的，就甲扛下啦，都卖同意啦。程序会安尼过来叫听书过来就好啊嘛。哦，即马叫程序就对咩？啊，好来，我叫。因为我安尼讲讲，这是种程序问题啦。啊，你话，他都咱在第新闻的这个第二倍金的时候，他也会说，紧急，所以他就用第二倍动用第二倍金。其实他可以用这个用追加减的方式来做。啊，你起码这大概弄啊呢，但我们每一次开会一定会有临时跑出来的这个电务案。啊，这个一个是养成习惯了，你知道不？立马摘，但是你我们如果一个成给规矩给他，也拜都被压了。啊，你嘛，大家拢安怎做安怎过，咱各国拢是安嘛。来，我来处理，我来报告了，你讲。等下吼来看嘛吼，伊迄是馆长当时收到文，确实有影讲做你咱定时会吼未付来，吼、就是意思讲咱定时会了，因才接到吼迄、个中央的通知，而且因就还佫经过，因还经过官务会议，因就还佫送官务会通过，再怎来议会啊。哦，咱等下就食那食来停啦，看伊有 ND 啊，我 ND 就卖甲处理啦，按合理哦。哦，照你意思来做啦。啊对，啊有对对安尼啊，啊伊都一日来啊，伊中央都来吼、哦，拜托。好啦，安尼啦吼，就这样来进行啦。不同意啊？不同意，我知道啦，就是讲这啦，迄无重要，就不同意啦。不同意，不是你知道就好了啦，我权利问题啊。好啦，就知道啦。都无重要，不同意。本身的权利问题啊。大议员、大市长，我跟你讲啦。创要紧的啦，啊，这个进来重重的预备金，给到后边，当时预备金是后边，后边咱等下再来参详一下。不同意，我们就照意思这样子过来了。来啦，你安尼讲无，安尼就无较好，安尼较无好啦。无啦，啊，听大家一个啦，安尼啦，啊，委员，过半是你跟你讲的啦。委员，就是啊，那个各委员，我想建议啊，因为听时会时会较早，啊，听时会刷了，甲大会期间，但各有几摆，大家拄啊，已经甲大家报告过。这个啊，建设案中央都来讲，其实真重要，咱都回过嘛。啊，至于说大会开始了后，咱都卖阁接任何这个啊，转手的案件啦。我想应该安尼较理想啦，嘛有弹性啦，好不好？就是讲，你听市会甲开会这段时间是吧？但其实真重要，迫切性，我们还是协助县政府来啊处理这个预算的啊，议长。谢谢。好啦，我不同意啦。哎，用讲一下啦。无啦，不同意。几分钟了，不同意。无啦。好啦，无。好啦，老大，来讲一下啦，妈的啦，讲一下啦，不是啦，伊都直直哪来啊？你直直来，是啦，那确实讲做吼，伊都吼带倒，未记你提来，咱搁较咱一日看了知影，伊当时收了通知，当时去管务会，哎呦啦，那对，好啦，那现在我们来进行好不好？你拜托啦！你头一年我们也下不为例，啊，今年又下不为例。这边听你的啦，无无了代志，无了代志。这边听陈汉忠啊，听你的啦，骂你啦！你嘛，互各乡镇人为了是乡镇要建设的，那个听看的。啊，有影有要紧的，有的要紧的就好去办，啊，无要紧的就再甲囥的。我那坚持讲，我们就照程序来做。啊，这就程序咩？程序你临时抄来，还有程序？无啦，这骂你啦！啊，这嘛是跟你市长学，你嘛是安尼。无，我以前蛮安尼。好啦，我知道，坐下。好啦，那来开始。好啦，吴议员。还没有啊。你这是要开始还是啊？不开始啊。啊，要开始我就别讲，啊不开始我就别讲啦。好啦，上工要开始。我讲的啦。
妈的啦！我来分析反对了。好啦，知影啦，我知影。你有大力讲说，有影带到无上来，还是讲迄度有影无要紧、无时效性的，不同意我就绝对甲你创的，安尼好无？无咧，甲迄无关系啦。一定是安尼关系无啥无啥嘛，迄落啊，就是安尼啊，都有影啦，无要紧的，无急迫性的，啊是讲因都会使会付的，甲你创个袂付的，哦啊，一贯咱就莫甲处理，哦啊，你家己都无原则的，这毋则是原则，这则是原则啊，拜托啦，绝对的，你有原则，你有为程序去排无？有啦，啊你程序废掉都，啊不，起码你处理的程序。妈的啦！程序员那等了废掉。我知你办得好啦，好啦，好啦，对，好啦，啦，啊，紧来，啊，快些。我了代志咩？啊，你较紧啦！啊，等下再迄群人来处理哦，伊未紧咩啦？迄个要紧啦，迄不但要紧。要紧不要紧？我真清楚，即马一年外真清楚啊。嗯，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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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哎，来啦，来嘛。请各位议员参阅议案第182号。182。内政部营建署补助办理105年度市区道路人本环境建设计划，经费4598万8000元，请贵会审议并会予同意，先行垫付。好，公务处。好，来说明啦。主席，谢谢议员的关心哦。这个案是营建署核定我们今年的一个市区道路一个人本哦。那它总共大概有9个案子哦。那主要是做在苏澳镇苏港路，还有中山路宜兰市的一个中华国中，还有罗东镇的一个国华国中，还有苏澳镇的一个生活通学的一个串联，还有罗东镇的维扬路的一个人本。还有我们东山乡棉花路棉花湖的一个大皮路的一个周遭的一个人本，还有东山乡的一个慈爱路的一个周遭的一个道路人本的一个改善，还有我们南澳乡一个苏花路与南澳国小之间的一个周边人行道的一个改善工程。以上。好，吴议员。主席和我们各位同仁，处长，我们每一次的会议开的时候，都会有这个所谓的我们的这个人本环境建设的一个计划。所谓人本，就是以行人作为基本，让他有这个走路的一个空间，对不对？但是我们在改善的时候，但都是以这个施工单位的本身的一个想法，施工的一个基础来去考量，对这一个行人的行的权利，我们注意了多少？我们琢磨多少？你有去有去问过户住那个那边个左家的厝边啊无？他们的这一个门口，这一个有没有真的讲到了这个人本？啊，是讲这些经费，我就是要把它做了，把它消耗掉，是安尼哦。谢谢吴议员的关心哦。我知道吴议员讲的就是说，我们每次在做这种人本的一个就是人行道的改善的时候，其实不管在施工或是未来在完成的时候，那其实它跟旧有的一个住家住户的一个门口出入之间的关系，跟甚至说有些住家他都有多少在做生意，那他或许会结合骑楼跟我们人行道之间的关系，我想这个是在施工的阶段，甚至在设计阶段，
都要必须要跟这些住户来做沟通协调，啊，就未来我们在人本空间创造出来的时候，不要影响到，除了不要影响到它，本身原本的一个经营形态以外，应该要让它带来更多的以前不方便，因为人本主要刚才吴议员也谈到嘛，以人为本嘛，哈，这个人本空间创造出来，应该要带来更多行人的一个方便性，那变成说相对的。假设有做生意，应该会带人潮进来，就像我们现在罗东后镇的那一个空间一样。那只是说，在这个施工过程我们当然会注意到整个跟住家一个配合，还有未来它在使用方面跟行人之间的有没有造成一些不便或冲突？我想这个都是在设计或未来施工我们必须要特别去注意的。以上，我想处长，因为我知道我在说什么了哈，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人这个计划要做的，还有没有做的部分，我相信在宜兰县很多的人行道，它的宽度在小于3米以下的，例如我们在前阵子才解决的那个问题，在人行道上面的变电箱跟电信局的这个电箱，它放在人行道上面，造成这一个。行人没办法通行的这些问题，其实我是觉得才是首要我们要解决的一些问题，而不能说哪一个民意代表发现的才我们针对个案去解决。我建议说这个部分应该是一个通案，所以在做着人本的这一个道路的这个改善的时候，其实这些才是首要要去做解决的。我们有没有去针对这些问题做一个通彻的一个检讨？谢谢委员的关心跟指教哈。那其实变电箱或是不管是所有的管线的一个设施，原本都是会利用公有的一个人行道来占用了哈。那其实这个人本主要就是要排除这些障碍，让基本人在走的时候有一定的一个空间存在。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一定会要求管线单位。做迁移，或者是说把它移设到我们的所谓的一个绿带空间里面，我想这个是这个人本最基本要解决的。那现在碰到的问题都是有些某些路段是没有人本计划了，所以找不出空间来做移设，所以我们这些提报计划最基本要解决这些问题。那我刚才强调的是说不管是住户或是未来人行的基本上必须要一个协调跟调和了那这个设施的部分，我们当然是在这个计划里面一定要被要求要去把这些东西排除掉，把这个空间让出给行人。以上。处长，即摆迄个锁定的这个锁骨顶的头前呀，有锁江路甲中山路这个天桥，这天桥嘛。有没有猜测？即摆主席，你即摆要做这个嘛？你做这个即摆是主席，到底迄个天桥，四号高中头前有两个天桥嘛？一个就是四港路，一个就是中山路嘛。迄天桥是要拆拆掉，也歹拆掉，拆掉，结束一下嘛。我想这个计划可能没有涵盖到刚才议员指的那两座天桥了哈。那至于天桥要不要拆，那它目前是不是行人有使用到这个天桥的那个使用率高不高？我想这个可能要未来跟公所去做相关的讨论，就是说他在做这个人本串联的时候，这一座天桥的角色是不是扮演的比较重要的角色，还是几乎没有？那要不要拆？我想这个可以跟公所来做相关的议题的一个讨论。以上，公所已经真济遍啊，伫会勘啊，伫个咱县政府也有去嘛。啊，但已经用个一两年啊，到底即摆要做即摆司法改要做啊嘛？啊，即摆这个桥两个桥到底是有没有决定要拆除？有没有不要拆除？即摆有政府两面啦，两面啦。你个这个看嘛，就是讲应当是管电工所已经各做决定了嘛，是不是有做过决定嘛？地方上，我想可以利用这个计划了哈，可以计划去做讨论，因为
这个人本本来就是以人为本嘛，哈，那他到底要不要去走天桥，会不会走？我想就像议员讲的嘛，一定有正反两面嘛，哦，拆与不拆，那他到底留下来的好处比拆的好处有没有比较多？还是说我在这个人本计划里面，他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我想这个可以在计划里面去赋予他讨论的一个议题了。以上，注意一下吧。好，注意一下。处长，您这三位三位都几位啊？是不是？这件啊？报告员，这是三月三十一他核定文下来，对。好，那收到我们程序委员会是四月十五号，对不对？任秘书长。哎，是。好，那十五天你们在干什么？报告员，那可能是我们同仁没有去追这个啊。那这个退回去了。哦，有时间给他们送程序委员会没有嘛？议长。这嘛是你都讲的吼，有时间你来讲安尼，有时间是嘛，唔是嘛？恁一个问回迄个回迄个，都回偌久啊？你问你若唔捌问陈姐恁看，拜托你一个问来，都爱回这单位回遐单位，回再搁前回主计，恁的回回咧一两礼拜，啊，搁提管务会议管会尾也无达工夫啊，要怎安尼讲？要怎安尼讲？你唔捌问陈姐恁，陈姐恁一个做啊久较知啊，你安尼讲？无呀，讲真个，你嘛知，你做市长嘛知。因这都爱回遐回遐，啊回财主啊回较好，啊再上管务会议，啊管务会议一礼拜啊开一遍啊。我们这边是宜兰县议会，不是宜兰县政府的议会科。啊，好啦，无言无言啊，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右边哦。较接牙手起来讲，你拢会重视这边，啊，阮这边干当作阮拢无咧做议员干款，我是感觉安尼唔好啦吼。来，啊，针对的就是讲吼，刚才议长你讲的很对啦吼，这个是时效上是应该要加紧一点啦吼。当然啦，事实上来讲吼，有影下遐侪单位啦，那一个月吼。要签较好，我看签袂，咱县政府的行政效率太好咧，所以袂使全怪因啦吼。第二咧，我要请教就讲，针对这个案吼，针对这个案，这八个通过获得补助的，是什么原因来获得补助？啊，像其他乡镇提出来的，都无通过，啊，到底是安啦？伊是无好，还是无提出来？我觉得很质疑，像我觉得我们这次有报好几个，没有一个通过，到底是怎么样？我们郊区的民意代表不认真，还是包括我们乡长不努力，没有跟上级去做关系嘛？啊，这提不到，还是安啦？我很奇怪啦，还是你县政府有特定的，你想做哪里就做哪里，有没有这样的？哦，请说明一下啦。一样的哈，宜兰市也是一样，跟您建议了那么多次，我请教你直接一个问题：东港路即将完成，那已经应该是前年以前就跟您讨论这个延平路，中华电信那个角也是宜商的学生的放下鞋，这个人本为主啊，那我看来这个宜城来电那么快的变脸，这个你说今年度要做啊，今年度那个东港路都即将要拓宽完成了，你这个延平路这一个。这个区块怎么都预算书里面都没有显示出来，你一并答复一下。谢谢议员的关心哦。这些计划基本上都是公所提报上来的哈、哦。那当然每年他会有一个提报时间，我们会请公所针对他想要处理的优先顺序的计划提报上来。那提报上来我们会辅导公所针对他提报的计划，假设有不足的话，我们尽量补充。那这个会送到营建署做一个核定，那当然是在一定的经费数目底下，它当然没办法全数核定了哈、哦。那我们报的计划当然不止这些，那甚至刚才议员两位议员关心的位置，那很多当然今年执行假设有余额的话，在今年都会有滚动的一个机会，然后、哦、那我们会把相关计划没有核定就去年在报的时候没有核定，我们陆续跟营建署去争取。那当然很多可能没办法一次来做争取了哈，那这个部分我们都会请公所依照他在施政方面的一个重要性跟优先顺序来做提报。那议员关心的刚才就是
延平路旁边那个案子，我们会持续来跟营建署来争取。哎，以上。哎，好了好了，通过了哈，继续。政治第183号，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核定补助105年度办理早期农地重划区农水路更新改善计划经费新台币642万7750元，请会与同意先行垫付提请审议。好了，通过了哈，好，收允来，啊，地政处长。这是各位议员哈，台湾那个这个案子是大概是4月哈，那个这个我们行政农友会在核定我们早期农地重划区农水路改善工程，那大概是有那个人事费148万，包括我们工程费，主要做的是整山地区啊35公顷的农路的改善。好，通过哈。好，来陈议员。感谢大会主席哦，朱店长，我对预算是没意见的，可是哦，在整个里面的行政农委会的花纹，那是4月16日就到这边了。哦，我们晨曦会刚才也有议员在讲了，4月15号就我们就开晨曦会了。哦，是不是以后哦你们去行文的中间？哦，是不是会当哦？甲议会议事组小联络一下，哦，下不为例啦。哦，里面也一并跟大会主席报告哈。182、183、184、185，还有190、194，这个都是在3月底以前到那个县政府。啊，其余的议案哦。都是4月15号晨曦会开完过后才到宜兰县政府，啊，请我们大会主席才是。欸，您这上个会诊啊，台主，这不是您，不是您的会诊啊，都拢各局处去用了对啦，拢各局处去用了对啦。以后啊，对是无唔对啦，所以有影的速度有会使较紧的啦。我们对啊，伊，阮一礼拜，伊即件讲，伊即件嘛三月底也是还佫会付啦，因为三月底可能两三天收到嘛，四月初三收到，初三就开始花。吓，以后你再注意一下啦，迄个总联络人啦，有总联络人知道？啊，陈燕，2月迄都唔好啦。哎，你台湾主席，照你讲，要是说，请你都要讲县务会议啦，是国考千层来不及的时阵，当天要是说我们在程序会的时阵，提几排时阵，我相信我咱的程序会，咱也袂去啊退掉。口头报告嘛。口头报告，人我跟人讲啊，阮即马当时还佫有几件案要几排，对不？这叫尊重议会啦。哎，唔是讲下要来开会才来规个上几排。你讲下个案啦吼，这个迄个辅具迄个呀，2月份就来了嘞。你也看，这是月份啦。唔是啦，我咧讲啦，啊，有真侪代志，我感觉吼，你咱吼，诶，局长啊，你也真无尊严咧啊。后尾吼，我你讲的时阵，你搁去替人讲话，我嘛感觉觉得很纳闷啦，对不？就是什么物啊，都塞塞入来，就是你爱甲照单全收啦。对啦。安咁好？好啦，二月迄搭来讲啦。无啦，啊，即摆唔是，我看你也无要紧啦。啊，你若认为爱好过就好过，我嘛是爱配合你啊。啊，检讨了，你咩啦？检讨，是检讨你啊，检讨我。检讨因啦，检讨因啦。好啦，这案都过啦吼。啊。你这么这早期农地重划的水路更新改善啦吼，啊，我来请问咧吼，本身曾经嘛提过，你嘛答应讲好要改善。啊！你即马像这個，你即马这位做大，你甲讲讲吼，我感觉真奇怪。恁讲的话吼，了不拢要去拍折，安尼敢好？以前去看说好，这个一定要做，结果最近去看了说这个不行，这个还很好，我很奇怪啊，对不？啊，你无迄个道理啦。有机会啊，你
就安尼讲有道理。那个像，我咧早期拢，我来搁请教你啦吼。早期拢你讲过，只有咱从化区是什么时候的什么时候做的？迄古较早啦，而且古在上早的啦，基本上中会区啦，对不？我迄唔是上早的，干那我甲你做。啊！你即嘛是讲你要搁争取来，即要做。啊！即嘛你即嘛，你要讲，你即你要安怎讲啦？讲好啦，处长，你说一下吧，好不好？向大会报告一下哈，那这个案子是4月6号进来哈，那刚好那个就是4月大概12号那次的县务会议。啊，刚好就没有提案，所以落后一点。其实这个案子，我们知道在县务会议里面要提，才能送到议会里面来。哦，所以大概这个有点落，但是还是在符合在法令规定里面，就送到议会里面来。哦，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大概吴议员所指教的哈，其实我们刚刚有两个哈，两个计划。那个早期农地从化区虽然是有的是比较早一点哈，但是它农路有的路区都已经从4米修到很大了啊，这个拓宽到6米。那都已经改善完毕了哈，这所以它没有落到这我们那个就是早期的那个农路农水路的改善。那个第二个哈，我们刚上次有个一个案子，就是在礼拜二有通过了部分哈，通过部分就是紧急农水路这一部分，大概礁溪也有三条哈，我们也列入改善了，好向吴议员做个报告。好啦，上重要是讲。我们植物染从化区的南北九路长度大概800公尺，哦，顶个去看看啊，你都无钱，要来等有钱落来再来。啊，即摆你建有落来，你即摆再建有落来，你到底你要不要把纳进去啦？讲安尼较紧啦，直接就好啦，对不？啊，恁咧看认定吼，恁人讲恁家讲认定讲真好就真好，这样不符合民间的要求啦。那我们变哪会使？该拢爱拍就爱拍，迄变个字个拢有啊。啊，恁敢若唔讲啊？迄顶边一针啊有拍好啊，一针啊拍无10公尺，啊，剩咧遐个拢变无要紧。安尼哪会使？这样当然我本是不同意这样的做法啦，对不？主席啊，伊真也无答应我，我这条牌有过来。啊是啊，恁也有提啊？啊哎，处长啊，恁两条拢有提啊，一条无准安尼哦。不是啦，像这种类似的东西哈。我们包括从那个地方房事座谈会，包括议员的一些建议案，其实按其实主宰完哈，就是大家拢知影了哈，就是是不是那么优渥的，但是呢，大家所建议的事项，我们都会依照排序下来，包括那个像上次议会向杨议员所指教的哈，因马龙公，您要鬼龙按龙龙鬼龙按检特把它排定优先顺序啊，到底要偌济钱？这个计划应该做好，啊，做好即卖吼，哪讲中央有钱，落来钱，按照用家啊，依照顺序来排列来建议啊，是大概是用这种技术性的东西在处理啊。好了，赶紧啊，第二位啦，想办法啦，啊，赶紧想办法，今年多看我多无啦，好啦，叫去想办法啦。啊，伊这不是定着落来，你这会使调整未啦？这会使调整啊？未？你这敢会使调整未？会啦，是。啊，会啦，啊用啦，创一个民主啊，用一个啦。对啊，都贵咩？啊，调整你要？啊，我即马就甲讲咩？叫是去想办法去找啦，是去想办法去找啊，今年多。会啦，会啦，吼，吼，吼，好啦，会啦，要紧啦，要紧啦，吼。好，通过继续。正式第184号，这两项我要再来，这两项我要再来哈，这两项我要再来。起码都是二月迄个嘛哈，这个项我要，项我要再来。没啦，项我要再，项我要再来处理。是啦，造成是啦。无啦，啊你买，项我要再叫人问看，到底是安那啦。好，那就，好，念落，好啦。政治第184号，卫生福利部社会及家庭署补助办理本县105年度建构县市辅具中心听觉辅具评估能力计划，经费751000元，为计划执行顺遂，请会与同意先行垫付提请审议。好，这是上卫生局啊，好了，请卫生局进。
啊，今日谁人都无提出来，各说明一下。你这个各位议员感谢啦吼，因为立委一尊的尊，社家属呢，他才把这个核定给我们啊，另外。那个叫哪边呢？这因为阮爱个经过阮的公文的流程哦，然后经过我们的长照所，然后再到县府。那整个的流程，当然可能我们是尽量在赶了，但是因为这个是牵涉到我们对于那个听力的那个孩子呢的那个检测评估，还有我们的那个听力师的费用，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当然我们也是一直在赶了。那真的是不好意思哦，那。整个的过程到送到议会的话是有点点慢了、啊、那真的是非常我们以后一定会改进，那也希望就是说这个经费呢可以让我们让这个业务呢可以顺畅的进行，因为咱一单哦针对这种听力障碍的这一个协同呢，我们的检测大概有将近400个，那要持续进行，那这个经费呢除了这个听力师的那个费用以外呢，还有我们的仪器的那个维修还有保养哦。好，黄议员，很重要，大家拢知影。但是恁有发觉到，为2月15日到今嘛4月15日，陈世会按度60天，哦，那认为重要，公文的行未行到60天。拄啊，阮大会主席伊嘛讲啊，吼，伊嘛替恁解说，啊，等公文等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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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今嘛就很纳闷呢。我院长，干嘛等到60天？唔免啦吼。是啊，无可能啊，无可能哦、啊。哦，拄啊，你讲30天，讲等来等去，30天是美国等嘛，免哪久？哎呀、啊，既然免等到60天，啊，这嘛足重要的。啊，为什么？为什么你4月15日陈世会没有办法拿上来？搞定，咱即马讲真啊，你也想办法袂记哩，你也讲袂记哩啦，会失礼啦，啊，这后边处理啦，真正歹势，这个是老皮啦，我要做改进，哎，以后会改进。是袂记哩哦，一定是新闻，跟拖地袂记。因为迄阵入来的时阵，阮的迄个程序哦，阮的公文咧送哦，阮以后会较拍拼送，会注意啦，谢谢，真正歹势。啊，王爷，院长，处长，迄个当然做时间的问题啊，你要稍微检讨一下了哈。但是我还记得我顶届定期会，去年定期会有提一个案，提一个案哦。迄、那个卫生所的药局啊，不要撤离卫生所啦。啊，听讲7月7日了，所有卫生所的药局啊，都要撤出卫生局，这到底是安怎样？无啦，无这件代志。无这件代志。这是阮的迄个当年吼误解这个代志啦。因为阮是要下迄、那个阮卫生所的药师呢，伊的功能呢可以做得更多，所以没有裁撤这一件事情啊。没有裁撤这个问题，没有了，没有裁撤，那是错误的那个解读，嘿，错误的信息，哎，对对，错误的信息，因为我们会增强那个药师到社区的药师的服务，而且会联合那个社区的整个的那个健保药局，大家一起去做服务。好在你卫生所看病来讲嘛，赶快你卫生所提药就是啦。对，我们会把它连接，我们把那个功能增强，嘿，哦、好，谢谢。没有这一回事，嘿。好了，没意见的，有意见呢。谢议员，那个局长确认一下哦，因为我们现在是不是也要做处方签释出？您刚刚说到在药局都，在卫生所都能拿药这件事情，指的是处方签可以在我们的卫生所去领药，还是在卫生所那边虽然不能领药，但是可以协助到其他的健保药局领药？对，那在这边跟议员解释一下，就是说哈、哦，那。我们卫生所的角色呢，在这个公卫方面，还有社区的话，要更多的功能。那我们这几年来呢，一直呢就在结合这一些社区的药局，然后呢，药那个处方呢，就是大家跟一起来做这个药事的服务。好，局长，我知道，我知道处方间要释出，对这个案子我们有追，然后处方间释出这几年都在做。对，那现在比例也越来越低了。可是我们也知道说，其实还是有一些老人家还是有需求说，在我在卫生所看完病之后，如果不能。
能够在卫生所就领药，还要到别的地方领药的话是有困难的。那可是您这边政策又想要做处方笺释出的话，那时候有谈到说有其中一个配套是可以协助帮忙拿外面的药过来，有。所以您刚刚回复黄议员那样子是不对的哦。您说我们那边可以领药是那是不对的，我们那边是不能领药的。你政策上已经决定说以后不可以在卫生所领药了，你只是有协助帮忙到外地取药，所以是这样子吗？是。好，那这个会把它整个的连结在一起，甚至呢就可以送药到我们卫生所来做药事服务。主席，基本上我对预算没有意见啦，不过我要确定一下，局长你不能乱讲这件事。那这个部分我们在工作报告质询的时候我会再提出，谢谢。是是。对于这一件啊，这一件公文啊，是延宕的原因是到底是安那？像拄啊，阮议长伫讲的，可能拖底袂记哩，啊袂记哩，承办人是袂记哩，还是你袂记哩？是上尾的邓英啊，到底哪个关节在哪里？哪个环节出错误？我感觉你要去了解啊。是是，我积极去了解，嘿，以后袂阁发生啦。了解那个在县政总执行的嘛，在那个单位执行的时阵哦，你把这一份报告哦贴出来。啊，先暂你保留了。是。好，暂你保留哈。好，暂你保留。啊，继续啦。政治第185号，卫生福利部社会及家庭署105年度补助本县办理身心障碍者社区式日间服务部件计划，经费337万5千元，会请贵位审议并同意先行垫付。好。啊！当时，不是这个我，不一样，一收到哟。不一样，我报告一下。这个案子是在4月6号中央来文补助，那社会处签办之后提4月19号的县务会议，那因为议会的程序会是4月15号。所以呢，我们就在4月26号经县务会议通过之后，4月26号正式来函请大会排入议程。好，好，收允，收允。这个案子是中央第二年的补助计划，那第一年是补助县内的一个社福团体阿宝，针对县内身心障碍者稳定性不高哈。所谓稳定性不高是他。也没办法到工作职场，也没办法到身心障碍的那个作业训练所去做相关的训练，也没办法入机构，因为他还没到机构那个状况，所以他必须在家里居住。针对这样的多重障的身心障碍者，提供到家里亲自把他接送到我们的机构里头去安排相关的休闲的课程，能够减缓他老化跟退化的一个服务。以上。去年照顾了15位，我们今年的目标是要成长一倍，要照顾30位多重障的县民。到几个？对，可以出来给他抓出来。去年我们服务了15位，那今年他有增加。那个处长是，这种数据哈、哦、听不下去了。去年15位，今年要提高一倍，30位。宜兰县类似这种身心障碍有多少？你们那边应该都有统计的数据啊。我们这样子跑，这些的人民团体，不管是残障、脊椎，或是盲人，所有这些的残障，他们情何以堪啊？这些人数大概有多少？光这些的会员都有多少？啊，你都要讲这样子成比例吗？真的是不成比例。而且我发觉到，你们社会处跟刚刚那个卫生局，现在卫生局有成立一个长照所，那长照所守一些的不是一个好像跟他收花市一样的，他有一些的接收的这些可能要很迫切的需要照顾的，尤其是老人家，这样的话对他的家庭整个照顾，坦白讲，纵然他可以符合那个申请外劳，那个时间都要期程要多久？对一个普通家庭，一个薪水2-3万的家庭来讲，他可能根本没办法负担得起，尤其在本国这个日间的托育的这个部分。是也不一天至少都要2000块，一个月要多少？5-6万块，这一般的家庭负担得起吗？所以你这种
身心障碍社区式的日间的服务应该要好好的去落实，而不是说我把这个中央预算给我之后，你给一些的社团，给哪些社团？社团它本身就是盈利的单位的了，应该是给切切实实有一些，坦白讲，一些的县民，也不晓得政府有这个德政，连这个讯息都不知情，他的都不晓得去怎么去申请。这方面我是觉得哈，应该怎么透过乡镇公所，尤其村里干事或是里长、邻长，要怎么去落实啊，才是真正能照顾这些弱势者哈。家你好啊，建议了。先考虑这337,500块拢补助阿宝基金会啊，是不是？有几个？今年中央补助我们两个据点哈，去年是这个案就好了啦。对，那这个案子去年因为执行是阿宝，那阿宝执行成效好，今年阿宝应该会继续。你这个300多万，这个是身心障碍者是范围多大？全县那个对稳定性不高的身心障碍者，年龄是35到40岁之间，多重障。全县的。全县对。但是这个案子是委托阿宝基金会。没有，他必须一夜来跟咱参加咱的限制性招标。但是阿宝因为去年第一年执行计划成效良好，那我们在评选的时候会优先看他今年的服务计划内容，如果比去年还有更。就是说。类似的基金会都可以来，一定要社福，一定要社福单位，一定要社福机构，社福机构，对对对，都可以来县政府投标，可以是投标哪一个评选好了以后，那个就执行这样的业务。没错，今年有两个据点。执行业务的对象是全县的，全县35到45多重障的身心障碍者，对。哦，哎，几个人？我刚刚有报告过，不，刚刚建议在江议员是建议说，按照那个去年提报的计划的那个目标数太少了哈，15个。30个啦，我想，其实身心障碍者是采分级照顾啦。好，那30个一个平均多少钱？不是，议员，他这个有分好几种的费用啦哈。身心障碍者其实他是很难连接资源，而且他的退化速度是很快。好，那服务这身心障碍者，他其实必须要生活辅导员，所以这个案子他其实有补助那个据点。委托的那个单位呢，生活辅导员的聘用，哈，那生活辅导员取得资格其实很简单，只要高中毕业，然后经过咱的一个训练，摕到证照就再走。请辅导员啊，是要辅导员爱去厝的，甲带出来机构来对，甲伊照顾，佮予伊迄个相关的休闲课程，让他参与。好，嘿，一整是白天的，嘿，是。辅导员到各机构有落差，为什么哈？没有去普遍广泛去征询到，安尼啊。我去东山积水迄落自由会遐啊，伊讲因拢唔蛮人照顾着，我很奇怪啊，我就不，脊髓损伤，哎呀，没人去，他们都在反映啊，补助也没有，照顾也没有，什么都没有，我讲很奇怪，所以说这个钱去请人，要落实到所有的宜兰县的跟身心障碍有关系的团体或是个人。哦、有落差，没错，执行有落差。好，我们努力。所以说你们评比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这一点。好，谢谢。好啊，好，好，通过哈，好，通过继续。政治第186号，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水土保持局补助办理105年度农村再生区域产业辅导计划宜兰县国际农村整合计划，经费120万元，请贵会审议并同意，先行垫付。好不好？好，通过啊、哦！好，通过继续。政治第187号，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水土保持局补助办理105年度农村再生区域产业辅导计划，宜兰县微笑新世代农村家子计划，经费110万元，请贵会审议并同意，先行垫付。好，农业处。好，处长请说明。主席、各位议员、林先生，农业处这边做一个说明哈。那这个案子主要的这个
办理的区域是在五节东五节罗东东山啊，这个东山河流域这个区域里面哈、哦。那过去几年有一些啊，这个像休闲农区有六个，然后有23个农村再生的这个培根计划都已经成型了，所以它有一些啊必须要用这个区带的这个整个整合来加值，包括农业的生产啊，农产品的加值，甚至有一些农业体验的这个体验经济啊，餐饮民宿农场等等的这些整合要来做一些啊辅导。啊，包括教育训练等等的。那我们希望说，因为东山的森林公园已经这个开园了，相关这个区域里面的农业体验啊，这个农业经济的部分呢，结合休农区还有这些培根计划，能够有一个整体性的行销跟辅导，让这个地方能够有一个更深度的这个体验活动来推动，啊农村旅游啊。以上做报告。好，黄远，欢迎。怕太空太广泛，哦，120万具体一点，辅导的对象，啊、哦、是哪里？要分几次辅导？要辅导的时候要什么样的内容？安尼都好啊，简简单单。啊、哦，我120万尔，你讲到遐尼济，未输钱2000万的工课。来跟委员报告，这内底就是最主要是23个这个农村再生的这个培根社区哈、哦，要进行辅导的工作。23个社区。按哪算？啊，张爷，处长，处长先给你23，我看你涵盖3个乡镇，6个休闲农业区，然后20几个社区培根社计划。啊，你这委托对象在什么地方？这我看这东西委托会嘛，委托劳务会嘛，啊，是一个特定的对象团体去辅导他们，还是直接下到各个社区里面去？这个是一个委托案例来做辅导的工作，这个应该是区域性的，不是给那个社区多少钱，而是要整体性的，给一个辅导团队来辅导社区，做对 对, 对，做农村体验活动。好，黄燕，是啊，是你未晓讲，无你叫科长讲，安尼啦，你到底是委托哪个单位？啊，委托他要 做什么事情？不是直接补助，那这个钱要怎么样的？委托上决定没了，是于盖这个要公开，要公开评选的、啊，要公开评选。你用什么？公开评选。我知，评选后有一个得标对不对、啊？他要做什么事还不晓得？辅导是要看他们辅导的，主要要辅导啥？辅导写计划，还是辅导去支配，还是要写啥？比方说那个农业生产的这些。啊，产品的这种价值哈、哦，来提升它的产品的价值，还有一些农业的体验活动，啊，包括这些民宿农场，他们有一些套装旅游，这个部分呢，要来做一个整合性的留意的这个旅游的体验，是这个部分。不是，你是有大原则给来投标的人是不是？对。那投标的人根据你的大方向，然后去写计划来，对不对？对。所以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确定这个钱要用什么方式，对不对？应该他将来会有 KPI 值啦。不啦，没有评选到你不晓得嘛。比如说有多少游客进来啦，然后多少产值啦，这些东西到最后就会有一个啊这个数值出来。欸、你安尼讲我嘛听到迷迷糊糊，哎、欸，没有办法说服我，好吧，保留一下嘛。那个吼。累去了后，你再详细甲委员说明一下，好不好？哈、哦。啊，就是去辅导嘛，辅导遐543，大家想嘛知。啊，辅导，我伊就又特别了解，就去了解一下咩。好啦，等下吴议员再甲讲较清楚啦。好。啊，好啊啦，这都讲较久啊，讲较一遍啊，你好讲。较讲嘛，啊你。啊。你吼、哦、叫科长答，科长较知嘛，啊你处长。都做呢，科长知啊，伊报这个计划创啥？啊，委托这团体是安怎委托？啊，钱是安怎开？啊，伊都讲清楚啦，叫伊讲伊我都讲啦。伊是讲真清楚啊啦，听有诶，听有啊，搁再来讲，听有啦，科长起来解说一下啦。好，来，科长，解说一下，解说一下。
主席、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啊，感谢各位议员的指教。那这个案子当然是之前我们先跟水保局那边进行一个提案哦。那大概我跟各位报告一下，我们当然就是大原则部分就诚如我们处长这边所报告。那几个比较具体的工作项跟各位议员做一个报告哈，包含整个社区的一个资源盘点，还有我们的社区的一些经理人的培训，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那在过去做在资源盘点之后，包含社区的一些不管是它的产品或者一些文化面的，就是跟社区相关的一些资源盘点之后，帮他做产品开发，然后帮他协助他做一个他的流程的一个开发，然后结合到除了说产品，还有他的那个通路，还有他的一些交易面的部分来进行一个整合工作。以上，谢谢。安尼有清楚了哈，好好好，安尼好好通过哈，好继续。政治第188号，交通部补助办理105年度公路公共运输提升计划，宜兰县申请计程车计费表更新计划，经费391万1270元，会请贵会审议并同意先行垫付。说明，来说明一下这个。好，处长，处长。请列席。议长、各位议员、行政女士，大家好。那这个部分主要是补助交通部现在在办理新市的这个计程车费率表的部分一个更新计划。那补助的部分是每台车的部分补助4000块，这是中央款的部分。然后这个案子是4月14号这个交通部来函，那我们就马上来做提这样的一个垫付。以上报告。这是补助款是不是？是。那个跳表的部分，那个每台计程车都需要做这个跳表的部分的。那有关于有一些可能没有依照跳表收费的部分，我们会有那个。查核的部分呢，我们也会跟那个这个监理单位啊，会来做这个联合的查核。啊，感谢大会主席。处长，我看宜兰县12个乡镇的所有的计程车车行，可能都没有跳表啊。啊，你们针对这个部分，你们是怎么处理的？哦，再者，现在的。无跳表，因就袂去动迄个表啊。你有压表落的时阵，伊行的时阵才开始跳这个钱额嘛。可是据我本席所了解的，12乡镇都没有计程车在按这个计表收费。啊，你们这边你们怎么处理？谢谢议员的指导哈。那有关于这个部分哈，就我知道的部分有一些这个无线电轿车的部分我自己有做过，它是有跳表的哈。那当然有一些是没有的部分。那我们已经要求这个所有的这个相关的职业工会哈，要要求这个部分来做跳表。那我刚才提到，我们有跟这个监理站的部分呢，会来做这个部分的一个稽查，来宣导，来加强这个部分啊。那大概。我们现在的处理方法哈，是希望说多多宣导大家要做这样的事情。那另外是这些新式的表之后，因为现在北基宜的部分不同的费率，这个新式的表就可以他到了另外台北市去做生意的时候呢，他就可以用这个表，就不用再换算的另外一张纸哈，他就直接可以有不同的地区的费率可以来做生意啊。其实对于我们计程车业者以后要跨到台北、新北还有基隆的部分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帮助的一个计划。以上补充。本席要问你，就是说现在整个宜兰县的计程车业者，他们都没有叫处长你刚才所讲的按表计费。本席问你，是要要求你们公部门针对计程车业者？要照这个按表收费来实施啊！我知道你这个按表现在这个是全新的，都无分外管其啥，伊就是照这个表的公式，这个我甲你支持。我即马是要要求你宜兰县的整个的汽车业者会当照按表收费这样下去实施啊！
处长啊，伊讲的有理啦，啊，伊就无咧按表操作啊，你佫补助伊改表要创啊？伊一张票都无用啊！无啦，伊长，真正无咧用表的，伊即摆全国就是用这套的尔。嗯。好啦，曾经的曾经。伊长，你卖讲遐侪话啦。对对，我请教一下哈，处长，这个是强制性的，是吧？包议员哈，因为他这个部分现在是补助性哈，如果这个补助计划他这个期限他没有申请，以后他去验车验表的时候如果没有的话，他会强制他要去更改那个表。哦，那以后是强制性嘛？对，以后是强制性，现在是鼓励性。我们补助的比例是多少？是全额还是部分？中央现在补助的金额是大概4000块，然后现在大概中央那边给我们的资料是一个表大概是8500块的部分，那县府会想要说这针对于这样的部分哈，我想计程车业者也非常辛苦哈，所以县政府这边也在想办法看可不可以再筹一些相关的经费来补助。现在问题是这样啊，处长，那个陈院讲的哈，我们宜兰县呐几乎是没有跳表收费嘛，那你即使装了之后它没有那个功能性呐，又没有处罚的条款。如果他没有照表这个计费的话，我们有稽查吗？有处罚他吗？那实际上我们也没有这样的作为嘛。那你是不是这个要求啊？我们的业者哈，全部都要照规定来收费？那你要统计我们宜兰县到底有多少的这个计程车的量？900多辆吧。多少？那如果你现在是600多，600多少？你这次补助是多少数量？600多少？全部都有补助是吧？都有，对，都有跟中央争取钱下来，所以只要这个有需求，全部都有补助。对啊，那这样的话，我们装这个装饰好以后，一定都是照表收费嘛，好不好？这部分你们要去加强。啊、要加强啦，加强先导了。我再补充一下啦，其实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些的计程车业者也都有向北市申请过了。现在中央要推广这个。啊，不管是更新这个计表也好，它是一种要有一种鼓励性嘛。那鼓励性的话，中央是不是一句是4000块，剩下的4000多块，你要要求这些业者自行吸收。其他的县市是怎么样的补助法？那宜兰县那么比较比他的管区啊，起码发一个人中央4000，咱地方是不是要相对？你这样一个鼓励的方式，对不对？你在讲中央指示，按照中央，那我宜兰县政府，我只是照本宣科。宜兰县政府要怎么样辅导这些的业者，让他能够提升，不管是在计表方面也好，或是更新也好，利亚特价总共是961嘛，六什么？或许这个当中这个人数有一些的变动也不一定。你应该具体，然后呢，在这种下市啊，看到追加预算的时候能够显现出来了哈。这是本县给你要求了。谢谢主席哈、哦。处长，这计程车跳表这样代志哦，装表啊是绝对是基本配备啦，你无装袂使嘛吼、哦。所以这个装法到底你是直接给客人车，给客人车的驶的人，这架车车主，也是有车行，也是有一个另外要装表这间加工公司。像啊，你都拢爱去搭一间公司去装。你现在补助的办法是啊，和车主，也和车行，也是有装表的公司，你有和搭和这三个对象搭一个。好，跟黄议员做一个报告哈，有关于这个部分哈，就是这个申请的部分哈，是计程车工会哈，计程车客运业者跟合作社车队。还有这个制造商都可以做哈，那基本上是，计程车要先去装表，装完表之后，他把这个收据呢给这些工会的部分，他来跟我们县政府申请，那我们会把这个钱呢，就是再发给这个所有的工会或者是这个制造商的部分，大概是这样子，要先完成这个装表。好，我是感觉安尼吼，因为当然即马咱规个执政者。现在换新的执政团队，一直在讲说转型正义啦吼。啊，转型当然你大家拢是哦，你营业车拢是靠这车在生存的啦。但是你袂用个转型正义，干那转型这个客人车俩啦，因为你像拖拉库哦，
呀，游览车，这拢是营业车嘛，所以营业车的部分哦，我建议了哈，我正式提案，希望哦，咱做一个提案，希望所有的营业车辆应该对于燃料税或牌照税的减免啦、啊，应该比照计程车来减免。啊，处长你听我意思哦，凡所有的大小营业车辆，它的燃料税、牌照税、燃料费，或者是保险，哦，它绝对要比照计程车的办法来处理。哦，我正式提案。好，谢谢你。主席，请坐。局处长，各位同仁，各位联络人，大家好。我想那个这个利益是很好，不过是不是有附加价值哈？那针对宜兰县比较弱势的中老年人，宜兰县老人14% 以上，然后针对可能孕妇或其他比较弱势的人，我们有没有办法有相关的配套措施？因为你增这的功能在哪里我不知道，但是若可以针对这些弱势的人，给予可能另外像我们在台北的相关的运行的相关卡片。哦，我储值多少还是怎么样，然后他们可以直接跟那个在里面刷，然后折扣多少，我想才有重新装新的电计费表在计程车上的相关功能。若纯粹装计费表，我不知道它的功能在哪里，若附加其他价值应该会更有效果。那曾经在30年前，宜兰县政府建设处也提出相关的配套措施，要让宜兰县的相关弱势团队在搭计程车。第一个是安全性，我有跟我合约的安全那个计程车司机。那第二个，那个他来的时候，这些弱势团队可以用储值卡进去，那可以相关的折扣，甚至紧急状况的时候就不用浪费我们的相关救护车那么多趟。好，谢谢。那公民有无？好，那个谢谢方院长，这个部分哈，有关于那个票证的部分，我们之前其实有跟计程车业者哈，希望说，就计程车的部分可以用刷卡的部分，票证的部分，因为用票证的部分才有办法做这样子的一个补贴的金额哈。那我们之前在讨论的过程中啊，因为计程车业者会认为说，因为刷卡之后，他还要经过清算系统之后才可以拿到钱，会比较晚拿到钱啊，所以。他这个部分我们之前大概有协调过一次哈，那比较没有业者愿意啦。那议员提醒的这个部分，我们接下来啊，我们也认为这个是非常重要，我们也会结合社会社政系统这边有关于这个类似敬老爱心卡里面的优惠的部分，我们之前大概有这样子的方案，那我们会再来努力跟这个计程车业者，那个主要是那个票证系统那个部分，其实台北市有很多已经是可以有这种刷卡的一个性质。好，其实你已经发现问题了，其实在技术面应该也是可以解决。谢谢你，谢谢。好啦，阿哥，我讲正经的啦，财主啊，虽然不是靠咱家的钱啦，咱全台湾的更新的话些，咱全台湾其他人期待人单位有咧用，我定是庆幸啊，咱就冇咧跳票，就冇咧用，你补助是要创啊？叫伊摕买其他饼食嘛，较会啊？啊！你实在有影，这是神经病药啦！那这我定下一刻才我就知影。啊，那伊都唔捌跳表，你叫伊装表要怎啊？你提叫提食米粉汤嘛个呀？是啊，讲啊久要怎啊啦？有这个危险啦！是那个主席哈，那沟通人，其实有影无跳表啦。啊，但是我要讲的是另外一个方向哈。如果说我们不要让他，因为本来那人无跳表啊。我记得，去年我们去澳门的时候，看到了每一个计程车上面，他们的都有这样的一个多功能的那个 monitor 的灯塔。上了计程车以后，就开始改咱的改的澳门的景点，通通一一的跟介绍。那计程车也是安尼不？那这个跳表的部分，既然那没用，我们选用这样的一个机制，等于说介绍我们宜兰的景点，推销我们宜兰嘛，对不对？啊，既然这不用，那就卖给用，可不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这个就是我们适应我们地方的需求啊，这也是吧？好，谢谢这个议员指导哈。
因为这个表这个东西这个表其实是交通部强制性，就是全国性都一定要装。那如果没有装的话，我刚刚提到未来他验车验的部分，他还是要强制装。那这个强制装的情况之下，会造成这个计程车司机的比较大的负担哈。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说能鼓励大家来装这个表。那刚才议员提到那个部分哈，其实现在的台湾在台北市或其他部分的台湾大车队或其他车队，其实都已经有哈。那我们这个部分议员指导跟刚才我们会再来跟这个业者来做协调，因为要做那个部分，其实还是需要他们有一些资应的部分的哈，资应的就是相关的一个费用的部分。那这个我们会纳入后续我们来跟计程车业者来谈。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啊，因为可能也不是所有的计程车业者都愿意，那我们来跟相关的工会跟车队来谈，看看有没有这样子的合作的一个机制啊。县政府应该怎么样子的协助或者是补贴可以来做这样的事情，那这个我们后续会再来跟业者来做整体的讨论，来做执行。通过了现在第一条修改令了，通过了嗯，不需要了。政治第189号，经济部补助办理105年度流域综合治理计划现管区域排水规划及规划检讨经费680万2000元，请会与同意先行垫付，提请审议。主席，谢谢议员的关心哦。这个案子是从宜兰水执行以来，那宜兰县有很多排水系统都有做过规划，那有些是在整个环境变化之下，那它的执行建议的方式大概需要再检讨，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个规划检讨。那有些是在整个规划报告里面，它对部分比较独立的一个排水系统，那并没有做比较适合的一些建议，所以没办法去争取整个工程费来施设，所以我们相对我们也提出了一些规划检讨的一个报告。那水利署大概核定的东山和排水系统大概有13份坑排水，还有16份排水，还有猫仔寮地区的一个3个规划检讨。那德治国七的部分大概下埔地区的规划检讨，这个主要是要协助下埔的一个养殖区它区域排水的一个问题。那宜兰河大概有壮东跟部后这两个排水，那这个两个排水因为它比较靠近下游的部分，它是比较独立的。那当初在做这个排水系统的时候，它并没有针对这两个系统做一个比较适切的一个建议，所以没办法提出相对的一个工程来争取。所以这两部分我们也争取了一个规划检讨报告来做完检讨报告以后，我们就可以来依照检讨报告里面的工程内容来争取经费以上。哎，推荐，当然是爱做啊！即嘛是讲你要做到位啊，680万你的规划，遵义讲的遐都很迫切啊。宜兰市东西向，伫美孝大牌边啊，美孝大牌已经没有办法再去复合啊。东西向就是沿着中山路跟它平行的，有没有规划在里面啊？有没有？当然是真好，真爱做啊！哎呀、啊，那宜兰市的心脏地带就是靠这一条啊，那这一条有没有在这个里面的规划？恁家既然提出了880万，甲中央讨钱，一定有恁的副案在内底嘛，对不对？啊，唔则送去，唔则甲恁核定给恁。啊，恁核定给恁，恁到底有普及性还是无？啊，是较用嘛用滴，较听嘛东山河，东山河。哎呀。有关于黄议员那个关心的那个美孚大牌东西向的部分，那其实就是这个部分我们在原来美孚大牌就有一个规划一个案子的核定。那至于东西向，就是建业中牌这一部分是未来要执行的一个部分了、那这个部分基本上它在原来的规划报告里已经有这个建立的一个案子，那只是差在工程一个核定的经费，那因为它经费比较庞大。
那在第二阶核定的时候，水利署认为说，它整体的经费是不够的，所以它第二阶并没有核定。那今年或是明年会核定第三阶的一个经费，那我们会来争取第三阶的一个经费。以上。过来，过来。谢谢主席。哎，处长，我先搞的。我们这个在规划的时候哈，系统规划当中，你有向地方的人同齐来规划来说明嘛？因为我定啦，我虽然是议员做年外了啦，有发者哦，有真济案哦。对，阮像阮即马最近新兴出的这案都，到我做来当中才发现讲，迄嘛爱改，迄嘛爱改。所以我希望啦，处长你咧规划的当中哦，都希望迄个乡一挂乡老吼，地方的士绅啦，来研究讲这个地方的排水应该怎么样子来做一个排水的系统，这个像这种的来规划应该比较顺利。处长，你有接受我的意见吗？谢谢议员的提醒哈。在做规划的时候，基本上我们要先了解地方的问题。那地方淹水大概是住在这个地方的人最了解，所以必须要先假设我有一个规划团队已经发包出去，一定要到地方去做访谈哦。那必须要知道地方淹水在哪里？那做完规划建议的时候，也要到地方去说明，说我这样子规划啊，地方对这个规划有没有什么意见？或许地方有提出更好的想法。我想这个都是综合在整个规划里面。那我想这个一定是要去做的事情了。谢谢议员的提醒。是啦，我即马上惊就是哦，恁即马恁的专业啦，专业当然阮爱尊重恁啦，但是地方的人哦，住伫遐已经规世人个啊。所以知影地势、水流是得到遐流，得到遐较多、较悬、较低地势，伊拢知影。所以你明个讲，明明遮落较悬，你硬水要阁泼遮过。所以这个地方哦，像做了，像这个讲法哦，用当恁来接受哦，地方的人的意见啦。你像阮十三号大排，明明十三号大排泼伫迄个古田过哦，迄、那个所在就非常地势非常悬。古早毋知安怎讲，就。真尊重恁专业，你甲破关的过，所以迄个所在定定伫水流袂过，吼、哦。希望恁尊重咱遮四楼吼，遮迄个地方的士绅的意见吼。哦，七楼。谢谢哈，好谢谢通过，好通过继续。政治第190号，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核定补助本县办理105年度加强犬猫绝育计划，经费260万5000元，为计划执行顺遂，会请会会同意先行垫付，提请审议。好啊，农业处哈、哦，有什么叫自偿款？没有说自偿款，自偿款。上位喊啊，从清水地质环境改善第二级工程，自然管上百万，管清水喊，没啦，观光局补助配合款啊，配合款哦，好，赃款，这个有进去，赃款，市场赃款，啊，这个钱要赞助，大家艺术的到底写了叫做自偿，没有上，自偿。好，跟各位报告，这一笔主要是要补助，要办理全县性的这个犬猫的这个绝育的这个工作哈。那整个绝育的那个数量要达到2200只哈，这个包括委托兽医师或者是动物医院等等这些团体来帮忙做一些绝育的工作。那另外有雇请一位这个短期的技术工。其他还有这些相关的材料费，像晶片，或者是一些麻醉剂啊，捕捉流浪犬的这些炊件等等这些用具，那当然还有一些油资等等的费用。以上说明。好，黄议员。
我对经费没有意见哈，不过我还是要感谢那个那个动植物管理所哈，有空我们议会组团到动植物管理所去参观。第一个就是说，真的每一个人都很有爱心，很在乎小动物。第二个，假如没有他们，很多像我前几天在国华里有好几只猫，根本是人家真的是弃养，但是邻居又舍不得，只好请他们来协助。桂田东尼娜有机会看，我想在经费上，搞不好你们还想帮他争取更多。所以这边代表宜兰县很多喜欢动物的人哈，在没有让动物安乐死的状况，我们在乎。所以预算没有问题，也感谢你们辛苦了，谢谢。好，黄议员，这边有两个问题哈，请教一下。第一个问题哈，你这是3月30日，好老问题。都啊，邵志奇执行长、处长有讲，只要二十天就可以啊。啊，二十天来讲，您这里有法度得送过来嘛？对不对？哦，所以讲你们的作业要提早送过来。哦，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讲，你都啊讲过啊，讲全县呢要达到2200只。啊，你拜托动植物的诊所也好啦，还是讲机构也好啦，拢有吼。那对于流浪犬这一方面的，就是讲在外口的走来走去吃的，你们用什么方法？啊，一点数量偌济？安尼，要用什么方法？啊，我们请所长来说明一下。主席，还有谢谢黄议员的指教。那防疫所在这边做一个补充说明。那针对那个各县市、各乡镇目前流浪犬的部分，我们除了透过各乡镇市公所的清洁队协助捕捉之外，那只要民众主动通报，不是，针对这个啦，你们要怎么样处理220只啦？刚才我们那个处长有讲到嘛，报还原是流浪犬这方面的，2200只的部分吗？对啦，怎么样？这部分就是说，只要是我们本所捕捉的。那个清洁队送交的，透过那个动物保护团体或者目前县内流浪犬是，对我县政府要去抓，是要赶快委托给乡镇市公所去抓。目前乡镇市公所愿意配合的部分，乡镇市公所还是有协助抓了以后送交给我们。对，县政府有没有？县政府有，县政府就是我们防疫所自己有组一个捕犬队，那只要接受通报。啊，哪里啊？我们现在有用第一个用吹箭，第二个用围片，好，第三个用诱捕笼，那第四个就是配合一些爱心妈妈或动物保护人士来抓。数量多少？跟黄议员报告。数量寥寥无几啦。报黄议员，其实我们数量已经有初步的成效。压掉数量啊。对，我现在跟黄议员。你还要用吹箭？黄议员，我跟您报告哈，就是我们连续做了3年，那我们在102年一共。捕捉跟送交一共是3488只，那到了103年是2791只。你那个是连乡公所他们整合的吗？对，全部。我说我靠的啦。流浪犬那就好了。包含员，我现在提的就是，全县的流浪犬的数量，包括公所送交跟我们出去主动捕捉的。那到了104年，剩下2439只。有没有符合人道精神？我们希望能够。包黄员，我们希望能够做到人道的捕捉跟人道的一个对待。你们如果没有人道精神的话，那个我们议长会抗议哦，会带那个动保团体来跟你抗议哦。因为我当市长的时候啊，我都是用人道的方法，但是我们议长那个时候啊，就到我市公所来踢馆啊，跟我抗议啊，带那个环保团体来抗议啊。我想这个我们议长啊，这个我想你还记得很清楚吧？啊，所以说。你这方面要做得很好哦，不然我会跟我们议长一起来跟你们县政府抗议哦。所以我们欢迎动保团体的监督，那我们会尽量努力把它做好。谢谢黄议员指教。局长吼，处长，这个流浪犬这个问题吼，即卖还阁吼持续伫产生，还阁数量不止啊，这滴多只产生拢有啦。我本身即卖要讲的意思是讲。因为可能晶片嘛没有彻底的执行啦，啊，真侪，即马我讲上重要的是，真侪狗也无绑着，无管理，啊，鸡仔都乱撞，啊，看到人就热，真侪，啊，这市民、官民哦，拢为着这个狗会跋死去，吼，啊，为重伤、轻伤嘛会，
所以讲这点真要紧啦。我看跟你最近跟你无得力啊，嘛最近梅州遐嘛还阁有，人家投诉讲做搞真济，你东一东一对面遐也正头前一个三元道路遐嘛规定的，有这只车什么环保甲拖走，弄个车卡吼，哎、哦、有处理，但是搞无处理。过我恁路头啊，这个调查站。调查站嘛，饲狗咧，嘛办外号啰啰嗦，遐居民拢在行，拢会热人，啊，即人人就跋倒嘛吼、哦。所以这点真重要啦，要持续吼、哦，所以在人道诶，这个情形之下吼、哦，一定爱去抓啦，看要一个安置所吼、哦，一定爱处理这個啦。对吼、哦，人命关天哦，这是非常重要，并不是讲因济数量济少的问题啦。哦，本身直接甲恁建议讲，一定爱做，啊，佮芯片无彻底执行。比如讲，有狗放出外口，老老实发生代志，无找无着主人啦，所以这款问题嘛真大吼、哦。以上。哎，谢谢主席啊，处长。哎，咱即马饲狗对不？啊，咱对饲狗饲只放羊的人，如果放羊抓到，所以讲你知道是他放羊的，那有什么法则不？应该要制定一个法则啊，对放羊的人呢、啊？来处罚他，没有无这个责任嘛，将伊饲这个老安的啦，应该要制定一个法则。处长，你对这个看法怎么样子一个看法？给你黄议员报告，这个有弃养有法则啊，从3000到10000。那这个部分，我们防疫所有在做这个稽查的工作。啊，咱即马法规单有法规者，有法规，好来，请。哎，报告黄议员，那个我们从102年到今年，我们大概一共针对这个违反动物保护弃保那个案件，大概罚了5件。对，干那五件了。因为第一个就是说，狗它是规定一定要植入晶片的动物，如果我们今天发现狗没有打晶片，那只要是有饲主的话，我们会先宣导它的饲主责任，那会给它一个劝导期，那大概80%的续主，大概经过我们劝导，都会补植晶片。那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做法，就是说，如果你确定因为场所的关系或者因为生活上的变迁没有办法再继续照顾这只狗的话，那我们是欢迎你来我们防疫所，就是把弃养手续办妥之后，这只狗就交给我们来处理。以上报告。啊，我请教，啊，那个晶片植入吼，你甲打咱甲打已经植入的动物，狗的部分有几只？跟黄远报告，因为。犬只的寿命比较短，所以会陆陆续续新增跟死亡。那目前在登记上的大概有14000只左右。14000只，好。好，通过，通过，通过，继续。好啦，后边再讲啦。什么啦？主席，人先举手，爱用讲啦，你袂使安尼啦。啊，好啦，好啦。哎，郭定啊。你的兽医嘛吼，你个所长讲说兽医，你非常的清楚嘛吼。尤其是吼，即卖主持，即卖外劳就好了吼。你到南屯江，迄个到晋南江头前只吼，晋南江头前只嘛，迄种树仔卡嘛吼，树仔卡，迄个叫榕树下嘛吼，榕树下。啊，迄吼暗时啊，啊拢是查甫外劳，查甫查某伫啊伫。伫遐买落鸡脚、鸡翅、香肠，伫遐食，哦，伫遐食，然后。这不是讲狗，你讲你外劳。啊，我来讲个关系啊，你也讲安尼，啊，你也讲安尼，你都有关系啊。啊，你都有关系，你来暗时啊，伫遐食，食迄骨，哦，都拢无做，拢恁都涂花嘛，恁都涂花嘛。啊，再时啊，一个再时啊，再杀个再啊，一伙人啊，我外劳杀。外劳上嘛，啊，上到地啊是啊，上到地啊，啊，狗到地啊，地啊捡捡棍嘛，狗地啊捡棍嘛，捡只个棍，哦，啊，这边就是啊，外劳啊，就都外劳啊，查甫查某，伊伫边啊，伫谈天说爱，啊，一个外劳，啊，咱台湾人伫啊，甲狗遐太气安尼，哦，所以讲造成真济，即个咱这社会人哦，着脚着生死计哦，啊，这边主持人讲正经的。咱的防疫所哦，我即摆会使讲，在几啊年，咱防疫所伫掠狗，防疫所伫处理外狗掠狗，那讲防疫所遐物事啊，我伊拢啊，即公所的清洁队啊，
啊，讲说这个对这种这是黄玉所的代志啊。黄玉所，黄玉所的代志到底是啊，倪清到底是掠到是黄玉所，还是所有的黄所的清洁队？啊，你讲倪清，你讲倪清，倪清的事啊，啊，无必要讲讲黄玉所。金黄所讲，我无关的，迄黄玉所的呀，啊，我常常要来打去，我常常要来打去，我这笨变笨手都变到袂当去，袂当去啊！你总是啊，你所有金黄所，你做农业农那个课程，你都同知，你个收益同知啊，啊，要哪解决这个教的问题啊？哦，这都同啊，尤其是在这两间头前者，啊，个豆角遐全教吧。哦，同这做在，所以讲有人伫边啊，伫聚餐，伫个伫劳动营四个做在，剩咧百骨四个什么骨头啊，什么四张骨头啊，囥在涂骹，哎，教堂爱去做做在，你解释一下好无？这样的简单扼要了啊。跟陈议员报告，那个陈议员，我们现在跟公所清洁队的关系是伙伴关系了，就是说一般正常通报的那个流浪犬捕捉，我们会先协请。各乡镇公所清洁队协助，那只要是特别凶猛或者不容易捕捉的狗，我们防疫所会介入去帮忙。那顺便跟陈议员补充，上上礼拜那个南安里林建元里长那边才请我们这边协助捕捉两只，那我们也捕捉回到我们那里去。那其实南方澳的狗，我们大概最近出勤捕捉大概有十次。那跟黄议员那个陈议员补充说明，以上。过了，好，哎，都已经在讲到上去了，快了哈。好，通过了，好，继续。政治第191号，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局补助办理圆山乡永金一号桥改建工程，第一次变更设计经费101万6885元，请会与同意先行垫付，提请审议。过了啊，伊山啊俩，啊，老大，伊山啊俩，好，来。啊，这个建设很好哈，啊，但是在施工期间哈，造成宜兰市地区要到圆山乡哈，很不方便，哦，啊，那个标志方面也没有做好，哦，就是讲你要共动，还是讲动好了后，啊，要安那行的疏散方向都没有做好，哦，而且呢，啊，长期明明做好伊嘛唔拆掉，哦，造成宜兰市民哦。啊，大圆山乡非常大的困扰啊，这个一并来讨论一下。谢谢黄议员的提醒哦，这个我会跟公所要求哈，那这个工程大概9月会完成哦，那至于标示的部分，我们会请公所赶快去处理改善。以上，哎。拄仔讲的真重要吼，拄仔咱前市长的讲的。我可不行一年啊！我有遐过，我行一摆看会通无？结果嘛未通。我一年算行五六，差不多一个月行一摆，五六个月也未通。你金六溪遐就爱动啊，未使人行到遐去，佫倒转来佫一两公里安尼，安尼唔对。我甲你看这个医生，我是无意见啦吼。延伸乡永金一号桥改建工程，河川桥来做。咱宜兰桥啊，本来是高速路，就是交通部爱做嘛。啊，即马，予咱市公所管这条路比市路啊，啊，比作公所来做。公所，你看，迄、那个桥做起来几落亿，还是要搭提钱？是毋是比照这个办法，咱替争取河川桥来做这个桥嘛？无管政府这条桥路已经未建哩，你即马交市公所，啊，市公所要搭提这个钱来，应该咱爱主动像比照这款的办法吼，来争取这条桥筋来重新改建啦吼。啊，因为这个河桥墩真大，啊，阻碍水流，影响了规个宜兰市，以及宜山这个防洪这款人民的安全啦吼。所以讲，是不是会当争取这个桥墩提调，创悬吊式的比较有创意的宜兰大桥嘛吼，一个新的地标嘛，安尼嘛较有符合这个都市这个美观啦吼。是不是会当比照这个？在办理哈，以上。谢谢杨远的这么好的建议了哈。那今年我们用现款来编规划费，来替公所来先执行规划这部分。那至于跟交通部或是河川局来争取，那我们可以提到他的平台来依照他主水的一个这个条件来去争取，能不能经费分摊？以上，哎。好，
好好，没就好通过哈。好，继续。政治第一九二号经济部水利经济部补助办理流域综合治理计划直辖市县市管河川区域排水第二期治理工程105至106年，经费3亿7192万3000元，请会与同意先行垫付提请审议。好，通过继续。我们一定发展，处长，伊个当初那个罗东那部分那个白石网的部分呐、啊，伊伫电脑海边过来对无？经过四界，经过铁路涵洞，他到底当好李伟去对无？当好伊有说明说那个从罗东过来的时候，伫电脑海边遐伊个就都较快嘛。叫我来甲铁路涵洞是缩小，安尼有当叫恁要求改善，但无安尼落时阵哦，四界的所在一直会引导去哩罗东的电脑拢淹水嘛。那时候叫你们考虑到铁路涵洞是新做的，然后到出涵洞以后，不要这样转折弯。去搞半天，搞半拢拢污水哦，正好不够盖水啊。谢谢张议员的关心哦。本来是希望利用旧有，刚才议员提到那个旧有涵洞的部分啊、不要再去动那个新的一个穿越铁路的一个箱涵。那当然，我们经过用地说明的时候，大议员或是一些地方的居民，大家都有提出这个疑问。那我们后来也检讨说，可能我们会开新的涵洞，好、哦、来维持上下游的一个断面。以上，哎。啊，有一个转折弯，那个，去打算也有个。我们会一并把它路线改掉，哎。在锁定那里，永乐国道的分洪线那里，到底今麦有进度个什么进展？哦，你该说者无？跟议员说明哈，目前大概是去年哈之前，大概在立法院协调是由核专局来办，先办环境影响评估。那目前核专局也正在办环境影响评估。那只要环境影响评估完成以后，所以依照原来规划的那个报告，依照程序来办下去。以上，嘿。你讲清楚一下，到底现在这个案分洪线这个案到底进度个什么情形？再说一遍好不好？我清楚一下好不好？今年核专局会启动办影响评估，环境影响评估。那预计环境影响评估会花2年的时间。那环境影响评估完成以后，它就会依照原来分洪的那个计划，假设影响评估是没有问题的，它会依照原来分洪的计划去按照程序来去执行。以上。好，没意见的，需要出。通过。没意见的。好，来，吴议员。那个处长，在那个罗东水网北部干线的这个桥梁是哪一部桥？哪一个桥梁？然后呢，它的用地一起工程是要做到哪里？跟委员解释哈，这个一期跟二期就是我们现在要公保变更那一块，那一期就是铁路以东以下衔接到我们五节排水的那一段叫一期。所以这个路线大概就是从那个刚才那个张议员讲的那边竹林排水有一个既有的那个排水箱涵，铁路排水箱涵，那原本是要借用那个排水箱涵一直接到五节排水，那因为是一个大转弯，那排水箱涵又比我们既有的断面还小了一点点，所以我们现在要往下挪开新的排水箱涵，所以这个路线会这样子瞬接到下面的五节排水。那这个用地有没有跟地主做一个？有，都做了用地公听会都说明了。有说明会说明的。对，那今年会完成征收。都没有问题吗？对，没有问题。那桥梁呢？桥梁就是目前大概是会经过这个既有的桥梁，我们会做既有的改善，就是在排水路改善的过程当中，既有桥梁一定会长度不够，所以我们会维持原来桥梁的功能，没有，你那个桥梁的改善哦，当然除了它的这一个断面要那个让它的这个水的量应该够以外，那个要做它的两边的道路的这个拓宽哦，也能够跟一并要解决啦。好，我们不管它的就是衔接啦、引道啦，还有宽度，我们都会跟地方做说明，那依照地方的需求来做改善。我不希望像上次在那个16分镇的那个下游那个地方的情况，哦，因为已经在施工了，已经要开始要施工了，结果
那个公听会的这个说明会的我们的工作人员反而到的还比那个当地的这个居民来的还的多，所以结果造成这样的一个误解了。我们已经汲取上次的教训了，所以我们目前在做所有桥梁改建引道的部分，我们会特别去跟民众说明清楚。哎，对，周遭的话，在他们我们会把整个台高的，因为用路是他们在用，对，我知道。哎，好，好，谢谢。好，刘远。哎，一定好，阿兰处长，各位同仁，哎，处长，这个水网计划都很重要了。我们县长他从开始竞选县长的时候，他的政见。那我们希望，我看你这报告是105到106，105现在已经都五月份了，有没有开始进行？还是等这个所以要选预算过来做？现在已经进行了没有？跟议员报告哈，今年会完成用地征收，然后设计，然后用地征收完，我们就会随即会发包。那所以106年是施工期间，以上。施工什么时候完成？就106年底我们会完成。12月份以前完成。对，好，交通那个处理哦，我想立马真拍命了哦。最主要是因为咱地方啊淹水啊淹到惊啊，咱希望讲这会当落实啦，改善地方这个排水困难问题，然后赶紧出去处理哦。预算没有意见了。好，通过继续。政治第193号办理105年度油气据点特色加值计划经费6384万元，为计划执行顺遂，请会与同意先行垫付提请审议。好，处长列席，处长请列席。通过了。好，请说明。议长好啊，各位议员先见好。那针对观光局所补助的那个我们观光游憩据点特色加值计划6384万，那这个主要是我们今年提报在梅花湖、龙潭湖还有韩溪吊桥的入口处，那另外再加上那个清水地热齁，是县政府提的有这四个案子，那另外再加上圆山乡公所还有东山乡公所所提的案子，所以全部加起来，那观光局一共是补助了6384万。这一次宜兰市有提了一个自行车跨越宜兰河，那在观光局审核的时候，他们有提出了一些余力还没办法解决，所以那个观光局没有做核配，那这个部分我们也持续在沟通，我们希望在未来能够再持续的提案。圆山乡它原本提出的主要的一个计划是一个大型溜滑梯，那在圆山中烈池那边做一个大型的溜滑梯滑下来，但是在审查的时候，委员有请他们再重新思考这样子的构想，避免对地景再造成太大的冲击。好，那圆山基本上它是提出一个整合型的，好几个地点的整合的一个计划。好，黄燕。由县政府审核还是委员审核的？跟委员报告是观光局审核，那个中央观光局审核。对，观光局这经费的分配，全部是由观光局在做分配。好，那审核之前要送去的时候，县政府有没有去看一下？我们会诊，我们有看他们的计划。因为我在上一次有发觉到哈，圆山乡公所他们所提报的，即望龙鳖呀哈。他们是做地标的望龙 B， 做地标的造景，写地标的造景，结果去做修理厕所，那很奇怪，很奇怪。了解。像这样的类似问题，所以说我特别注意到圆山乡，他们是不是用类似的手法来去做这样的工作？理论上，因为他这个东西最后还是要跟观光局结案，那他必须依照当初提出的计划去进行。不会计划说得很好，结果不是做计划。不会去做厕所，整修厕所。是应该不会。很奇怪。是。安内县政府也照准了。这里保宏观过来了解，因为县政府这边我们是会诊，好，我们本身会提我们自己的案子，好，我们提了我们的案子之后，乡镇施工所他们也会提案，提案之后我们再一并的呈报到观光局去，由观光局来的委员来进行审核，来进行经费的分配。
案子照原来计划这样执行，我们都非常赞成。是，我们不希望用这样的一个手法去争取经费，这样是了解。是好，谢谢王议员的提醒，谢谢王议员的提醒。好啊，好，好，通过通过。好了，卫还有一件卫生局是吧？都在播有一件。啊？一九四政治第194号。行政院农业委员会补助办理105年度农产业专区示范推动计划，经费67万元，为计划执行顺遂，您请会会审议并会予同意，先行垫付。啊，处长，处长，请内。主席跟各位议员报告哈，那这个案子主要是我们那个三金行建区哈，行建这个专区，那提的一个计划，经过评比之后有这样的一个辅导的这个案子，那主要是在辅导有机友善这样的耕种的专区哈，那预定的辅导面积有126公顷左右哈，那另外就是要跟这个建构一些气座哈。专区的气作模式，然后大概稻米有26.7公顷，那蔬菜1.3公顷左右。那另外就是要做一些产销通路的媒合，那这个专区能够在生产跟通路方面，比较能够有一些效益出来。以上报告。过了啊，好，通过继续。好了，我们就保留部分先来处理一下了，好不好？好了，好了，来两来。第十册。请各位议员参阅第十册政治第154号，财政部补助办理东山河清水公园航运 BOT 案前置规划作业计划经费186万元，为计划执行顺遂，请会予同意，先行垫付。拢总，拢总，拢都保留5万嘛？不是啊，154啊。安尼我嘛怪怪，啊，这毋是有保留的，这本，都是咱这次大会的电付案有保留的，拢总是几案？四案。拢保留几案？四案。包括拄仔卫生局的四案，嘿啦嘿啦。好啦，处长来啊，好无啦？有意见啦。要食少食冷的啊。清水公园，来啊来啊！那副议长说要删除啊，我才删除啊！我操！我只早跟去拜托一下啦，不是因为撞恁娘的。好啦吼，好啦，我去做啦，咱无当去配合咱啊。不行啊，自爱难行啊，过来不接。那是咱那个老大去人提人放讲，你知不知？因为自爱难行啊，做你个你不照做。啦，人提啊，人家能不能不一天平？好啦好啦，拜托啦吼，好多谢多谢，好通过啦。继续请参阅第11册，政治第179号。11册政治第179号，内政部补助办理105年度宜兰县国家重要湿地保育行动计划，经费137万3千元，为计划执行顺遂，会请贵会同意，先行垫付，提醒审议。啊，好来，好来，处长，处长。
跟各院报告，那这个案子主要是我们有提的那个圣湖，就是苏澳海市那里面有一个水池，还有自来水厂哈，它里面有一些这个湿地的环境，要做先做调查评估，做一个可行性的调查评规划。以上报告。好了。议长、主席、我同仁、处长，请教一下，你这当地调查后以后要画多大，你知道吗？你准备安那个画？你们像五吉安尼乌白画，像大溪温地安乌白画，中央一丝丝啊，关键有一大片，迄地你准备安那？你即卖概念大概是多大？你也无地图啊，麻烦看一下。跟实验报告，这个大概会依据那个公有土地的范围啊，做一个基本的规划。那个学校都是公有地啊。对。那个学校公有地，那你按照你的想法，会不会把输水划造？输水，你这里输，你讲你输水的店。对，在里面有一个湿地水池哈，主要是那个公有地的部分。可不可以跟学校会赶走无啦？去跟学校会赶赶走啊？未啦？未啦，未啦。那有可能按照您的想法，用明智利用的想法。我想真多人拢来看走，我想这魔鬼，这魔鬼维持现状就好了，这个没什么了不起。因为遐计划所在，遐无鸟啊，无鸟啊，无啥，无家粮，什么都没有，只有你们想到一个这样，就向中央要钱，然后就要把它划一个湿地。那我先请教一下，湿地的最基本范围要从多大开始算，来定位定义以后要多大，这才可以算为湿地范围？应该是看它的这个整个。资源的条件跟生物多样性的情况来划定的。如果说很大，那没有生物多样性，那不能划。学校有没有同意你来划这个，来做这个工作？这个初步有征求学校的意见过了。学校意见书在哪里啊？他的意见书拿出来看，再来是没有意见书，是没有意见书，好不好？我这个调查伊的意见同意，送来议会看，就按照通过我，请裁示。来好啊，莫啊，要先保留了啊。保留了，先保留。来，陈燕。问题你无少看一下。你无讲好了。这里所有最深的还是学校，你迄个所在是安怎要甲划成湿地？用意在哪里？遐无鸟啊，无种啥，是安怎要甲划为湿地？你的用意在哪里？用意将来用途在哪里？解释一下嘛。跟请报告，其实现在是还没有湿地嘛哈，要先做调查，先做了解之后，如果有那个条件，那当然要征求学校的意见嘛。对，是这样的，所以现在不是要画湿地，先要征调查，调查之后如果有那个条件，那学校的管理单位同意，那要画设，我们就来画设。学校那个单，学校的校长同意吗？有接触过，有征求他们的意见。其实要先做调查，现在还没有决定要划设，就是要做前面的先期工作，调查工作。先前的工作嘛。先期工作，对。啊，你这么就是好看安怎容易？安尼啦，好啦，唔卖阁讲啊啦，就等吼，拄只赵新员讲安尼啦，咱就会期上尾啊时哦，再来决定啦。反正这也无法急啦，讲实在啦，这也无法急啦。安尼好不？无法急啦，无法急啦。上尾说，好，先暂停保留啦，暂停保留哈。好来，好来，过来。继续请参阅政治第180号，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林务局补助办理2016宜兰绿色博览会入口意向漂流木装置艺术经费160万元，因办理绿色博览会具体时效性考量，活动办理顺遂，拟请贵会审议并会予同意，先行垫付。结果啦，结果通过啦哈。好啦，这。好啦，没意见的啦。有意见啦。好啦，有什么意见吗？每一次的工作费用都一样，但是，伊的物件是延续性的物件，安尼听无？就是讲，你头一摆，工资嘛爱，材料嘛爱，但是第二摆，材料唔免，工资爱，但是头一摆、第二摆，我们每一次的经费都一样，第三摆也一样，第四摆也一样。但是算做的物件无同，敢不是？漂流木嘛，同款啦吼，材质啊。这意向啦，这是入口的意向啦。好啦，请处长请说明一下。
跟黄议员报告，去年是一个200万，那今年是一个160万嘛。那每年那个装置艺术的那个造型都不一样，那个材料是县政府的那个木头材那个的材料，所以那个部分是没有费用。它是组装的过程，包括工资，还有那个搬运的费用，还有一些基础工程的费用。所以目前你都不敢看了啊，所以那个会有不一样的这种设计跟造型，然后。那个经费当然会有一些差别吧。好，好了哈，拜托了。好好，通过继续。继续请参阅卫生类政治第184号。没有封面的那一册。卫生福利部社会及家庭署。184嘛。184。卫生类184号。好啦，时间太慢提出来，无注意啦，刚才有回失的啊。卫生福利部。好啦，主席啊。主席啊，主席。嗯。刚才你拢讲得真清楚啦，吼。啊，议员来配合你啦。哦，啊，时间吼真迫切，哦，佮真接近那个不可追究的因素都好过。哦，啊，时间拖真长，啊，你就甲删除，吼、哦，就叫伊甲提倒转去，安尼吼。阮拢遵照你的意思咧，啊，你即马佫讲另外一种的，拄只一点钟前讲安尼，一点钟后，啊，你佫讲另外一款的，加在我即马来另外拢听有啊，对无吼？我即马要看主席你安怎才是，你家己讲的，看你安怎才是。唔是啦。伊这个问题就是讲，你若按你讲，后摆拢袂听。对啊，这个物件有必要性，还是讲有急迫性无啦？吼，啊，问题是讲说，因是疏忽的啦。我跟你讲一句啦，跟你讲一句。我就对啦。你听你讲，你跟你讲的啊。啊。疏忽啦。主席。好来，局长，我叫你讲一下，你先讲。好来啦，黄议员。应该给予通过了，卫生局这个慢的时间要给予检讨了，已经慢了，已经影响到你的权益第一点。那我们再没有再慢一下，就要是影响你的权益了。所以我想，为了那个清洁辅剂器的所有那个需要的人的那个需求，我们应该赶快给予通过了。以上，但是卫生局要责备了，哎呀。好，局长呢？感谢吼、哦、议员给我这个机会来这拜托大家了吼、哦，因为阮那个。长照所呢，去年才成立，啊，所以说在整个业务在整个的整合上面呢，有很多的弯流疏疏的地方啦。啊，给你去年说吼，你以为这个中央补助的时候，通知我们去申请。那你把来时阵呢，我们那时候因为我们的会计能力不够的话，是那个资源的。在这个过程中呢，伊就讲阿伯是不是吼？那时候了，我刚刚去了解，就是说，伊讲那是不是七月的时候呢，再用追加减？可是呢，到三月的时候发现说不对，因为这一个听力师呢，他的薪水是从这边给的。啊，你若拖啊，一准呢，看起来我们的自己其他的钱的业务是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一块。啊，所以在三月的时候，再赶快提出来做这一个垫付这样了。啊，当然这个疏失真的是要跟各位也说对不起啦，因为我们家己的内部哦，因为这个新的业务还有新的所的话，很多的必须要去承担。这个一些问题的话，那董仁杰叔叔，我必须要负最大的责任呐、啊。那以后绝对不会再发生这件事情了。那也请各位议员帮忙。这边要通过哈、哦，我有一些要通过啊，是比如你内部检讨一下，如果有疏失该怎么处分啊？你会怎样？我的处理。我这没报警，我是处到了。不是，今嘛我的问题跟卫生局的无关系。我的问题跟主席你有关系，一点钟前跟一点钟后讲无同款，我看有，我嘛即嘛嘛听有啊，我要看你安怎才是的态度安尼。一定唔对啦。唔是啦，我讲的是讲说，伊这个工会有要急迫性要办哦，嘛无急迫性，当然是免电话啦，等对家检查来提就好啊。有急迫性没有急迫性？啊，所以咱就爱判断是讲。伊疏忽是一回代志，但是即马有迄个急迫性要爱来办无？是有迄个急迫性，有迄个必要性嘛？假使伊即马无迄急迫性，咱主要检查来提，再去办 ，OK 啊？我讲是安尼哦。好啦，
我讲是这意思。二月十五有急迫性照就贴出来。我一早跟你讲，该水就收回去。跟你讲的同款啦。伊本来是要等对家检查办，后来是讲这是爱付薪水的，所以。今麦要看你的差事啦，你的差事好贵，我嘛同意啦。就是讲你一点钟前讲安尼，甲一点钟后。我听恁的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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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啊，老议员。那个大主席，那张议长吼，搿里吼，郭总，我觉得唔是讲咱做好人啦，我感觉讲，局长咱拄下你有报告啦，就是讲恁资格人员，伊认为讲本来七月吼要做追加检，尾后发现讲即有薪水问题，你爱付嘛，所以即马创电路案还未付，还未付即内部还做检讨，我就开内底当然啦，大家甲咱支持啊，包括温庭和议员，伊对你无意见，伊对主席有意见。哦，这个部分，我想咱唔对就唔对，疏忽就疏忽。我是感觉意思我过啦，主席，你该当后打无拄好，委员人讲啊，正经啊，伊也唔是人讲。啊，主席你唔对，你就甲委员或者司令好啊，甲局长无关系啊。啊，医生我过啊，局长你是安尼啊，啊做局长做唔对就唔对，或司令就话紧好不好？好啦，局长你讲起来。啊，我都无食，我等下你叫我。你要叫我迄落啊？啊，好紧啊！唔是，我讲足清楚。局长啊，局长啊，我是讲安尼啦，七十几万啦。这既然你讲要这第看看七月份的追加预算来了，我感觉这是啊，七十几万你嘛，它里面去动资恁内底，这毛钱你家己去用嘛？你又不是讲几千万、几啊二落去啊？对不？啊，你后头你又自己承认你的疏失啊？这个卖提起来啦，无贵啦，你若无要紧啦，你还可以去动资嘛？对不？你内底毛钱，你家己去上都等啊！后到七月最先预算就过啊，最先唔是安尼，先无过啦，无要紧啦。我感觉对他的业务没有影响啦，一定没有影响的啦，对不？那是一个教训啦。老英雄，啊你把他落台嘛，无人反对的意见，我也对你真不满啦。你拄啊讲安尼，即马佫讲安尼。不是啊，我拄啊都唔是讲安尼，我拄啊是讲。啊无啦，我即马同你讲无要紧。这个无变啦，无紧啦，爱摸钱在内底家己用。伊拄啊，我首先讲哦，局长嘛真了解啦。你即马是伊的话，咱有要甲听落无？伊即马真清楚，当时是讲做啊，等要等最后检查来办。后来发觉讲是因的疏忽，后来发觉讲啊，这是薪水啊，你只资历啊，所以即马即件嘛无赶紧来办，未请你人，未办你这个工课。伊即马是安尼讲，啊有生理讲因唔对去啊，啊即马安尼是要甲体谅无，要互去处理，要互去办无啦，嘿啦。啊，就对家医生去嘛，就好啊，你当。啊，伊今日未办嘛，等对家医生过了后再去办嘛。没有啊，嘿啊，无错。啊，就是我要即马去办嘛，是差安尼嘛。啊。安尼啦，上尾啊再来处理啦，等下啦，咱四件处分啊，先来处理你个啦，好不好？好不好？时间时间出哪咧较简单，先来处理你啦。啊，这件啊处理就煞，今来煞。啊，我甲大家报告啦吼，预备金的部分吼，咱等吼，这个会期唔多，还佫二十几天的时间嘛。啊，利用这个时间哦，请总联络人哦，啊，恁都各局处哦，该安那去说明，去加强去说明啦。因为用时间来换取空间啦。哦，就是大家充分来说明，哦，大家了解了吼，啊，上尾啊是哦，上尾是再来处理啦。这是当初一边是事后表的部分啦，吼，这是预备金的部分安尼啦，吼，呀，这第一啦，啊，第二就是讲，拜一的事，咱啊找一个时间，就单独即阵开始嘛。拜一的事吼，啊，咱再来开一个，请各政党的干部啦，咱来这个协调一个各委员会、各小组这个成员召集一个代志啦，好不好？哦，这以后先甲大家报告啦，还袂散落以前，拜托吼。啊，所以咱即马来甲你处理啦，迄较简单来甲做者处理，啊，最后再来处理卫生局长局长一件啦，好不好？拜托啦，好来来处理啦。继续请各位议员参阅政治第一九八号。没有封面的另外一侧。宜兰市公所经管现有财产建物。宜兰市中山路二段430巷45号，您请报废拆除一案会予审议，办法请会予审议同意后依法处理。这到位啊？这东西还搁摕来啦？这到位啊啦？都
东西在哪里？财政处长，财政处长确定了。主席，各位议员，大家好。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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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找一下东西，好不好？那这储物那东西啊，当下少有，但听是话无多啊。无啦，哎。我都一波处理的啊，一波处理就赠送大会啊。啊，你拢安尼搞，你到位也无看啊。好了，处长说明一下，处长。我们没有资料啊。今个今个到这里了。好了，讲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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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长跟。各位员报告一下，我大概先说明一下背景了哈。那这个案子是主要是配合延市的一个市政青年创意育成园区的一个建设计划哈。那现在目前有一栋这个总共有三栋建筑物，这次要报拆了哈。你这一栋呢，现在目前是供这个宜兰市公所的幼儿园的办公室。那因为所有权是县政府的，那管理单位是这个宜兰市公所哈，所以它经过我们议会的同意。那现在目前这个案子虽然它是还未达这个使用的年限哈，但是因为它也符合我们县财产的管理自治条例里面第68条的规定哈，就是配合公共工程的设施啊，或者是公务的需要，然后它这个土地使用利用价值。跟这个性质能够增加哈，那所以这次来报拆，那这个案子也是在由宜兰市公所的提出，那以后是要做广场步道跟绿地的使用。以上。好，有没有意见？啊，说明说明。啊，有意见说明。啊，说明到底说明鬼啊？跟议员报告一下，那这个案子主要是要配合宜兰市的一个市政青年创意育成园区的一个计划哈。那这个育成园区以后，这个拆除之后，这个这一栋建筑拆除之后，要做个广场步道跟绿地的使用哈。那这个面积大概是有80.82平方公尺，那现在目前是宜兰市公所所管有，那作为这个幼儿园的办公室，所有权是这个县政府，那目前是未达使用年限，但是它依照现有财产的管理自治条例里面规定是68条规定，它是配合公共工程的设施，还有一个公务的使用哈，所以可是可以符合这样子的条件，可以报废拆除。那现在目前已经进到这个程序之后，后续才会依照程序去报废拆除。以上。啊，黄衍生啦，好不好？你即马托所已经拆掉，还是规排拆掉？托所已经了，一间了。嘿，现在要拆一间了。拢总是即个这个案是一间啦，啊，即马即个报拆除的是要做公园广场步道跟绿地的，总共有三间。不是啦，一个是办公室，那整有整排的嘛，对不对？嘿，那整排是拆一间了。即马很主席的托所迄间安尼俩，啊个一个是迄个理法部，个理法部，啊个一个教师会馆，个教师会馆，是教师会馆，教师会馆财产是，教师会馆的财产是宜兰国小，宜兰国小的，是，他们有同意吗？啊有，好，那另外，我当市长的时候，我也那个时候建议要拆，县政府的态度说那个要保留，我说为什么要保留？因为他的保留理由说，他这个是有历史文化的空间，所以不能拆。啊，所以讲我咧做市长的时阵，我讲这路这么脏乱呐，安尼看未看哩？在后边去围地方，围起来。那现在过去有历史空间的一个考量，那现在怎么没有历史空间的一个考量？请说明了。有。这即马系即马都是要办啦，因为他这个有时程上的压力哈，嘿，有钱啊，他是配合内政部的那个环境风貌。公布也无爱就好啦，好不好？公布要通啊，无爱要通，我嘛无意见啦，讲实在啦。无啦，你过去就讲这块的未拆哩嘛，是历史文化空间嘛，那个古老建筑物是没有办法去保存嘛。哎，后摆拆掉都没有办法保存了嘛。而且那个巷道安尼几辈时阵哦，哇，那个很符合那个味道出来啊。啊，现在怎么不符合了？我宜兰市的去讲，先哦，宜兰市的讲了，好不好？来，你先不要先大声了。县政府的立场是什么？说明一下来。好，我黄议员哈，议员讲有理啦，黄议员讲有理啦哈，我是赞同这样哈。今日伊做市长的时阵，互县政府欺负伤忝啊哈。其实到处咱稳啊几多啊，到处咱历史建筑、历史空间毁了了，真古意会毁了了。其实后边的栅栏拢啊拆拆掉啊，
啊，这个提出来是这合情合理来听的，这停车的去甲公所要停车方便啊，这不方便啦吼。莫怪黄议员去讲啦吼，讲是上简单啦，政党政治啦吼。咱个迄个水利会吼，会长我安怎讲？所有的土地吼，即马拢要由工市长去做吼。农民互人种菜啦，友善耕作，有机农场啦，到处拢有啊，水利政府也到处拢有啊。啊，其实是有在遮甲想起吼，恁国民党也好，民进党也好，不要政党色彩这么多，拢没有真正对百姓斗相共。黄毅提出来有理啊，伊讲哪会无理？对，伊要做，啊要听是安怎听？迄破万人来歹好听，迄敢会当去大？我相信伊做市长时阵，哎，统计数字啊，国里我听之啊，迄敢会看？敢袂看？伊即马就是安尼啊。伊让他也出来讲啊，我也是是想啦吼，其实整排拢爱跳跳较对啦，反正你也是爱考量吼，整排拢爱跳跳的。好啦，不应该啦，因那边安尼啦，不应该迁就啦，好不好？来，不应该，真正大不应该啦。好，我讲一下啦，主席吼，处长，有影啦。其实嘛，真济家宜兰市的市长，真济家都想要把后边迄片厝拆掉啦。吼、哦，啊，若讲有做要留作历史空间，我也不是定来伫讲啦吼。那、哦、有讲有做建筑物，那形体参材料拢真好，有历史价值，我爱留咯。但后壁遐叫你去大，你唔敢大钱请，你嘛唔敢啦吼、哦。所以讲，委员伊伫讲的心理不平衡嘛是可能嘛有影啦吼、哦。但是拄到这个时阵，啊，拄要拆啊嘛是爱拆，因为有利用的。工作利用空间真少啦，要入去停车，我拢唔捌停，我拢凊彩甲停，我停落阁真歹势，哦，停喺路口诶，啊嘛真无方便要办事嘛，啊所以讲暂时会当用啦，嘛唔是讲永远会当用啦，啊其实要拆后壁，拢一定总爱拆啦，吼、哦，啊本身是爱建议，啊希望大家吼啊帮忙好过啦，吼、哦。喂，来讲尾也卖就好啊啦，好不？伊五点外，大家怎个讲呢？好啦，啊那既然只用去创就好啊，你讲。好啦，新员哈，我要存啊，好啦，啊，好啦。建筑物是所有权是咱的，管建物所有权咱的。不是，不，就是以前是日本时代是盖，对，上企业啦，县政府，县政府企业，有没有所有权状嘛？有。你当我若无看到，你所有权状拢也无来啊，拢也无付来啊，你家己有呢啊？如果不是宜兰县政府的土地。那如果你在施工所建的，他拆掉就好了，干嘛要拿到议会来？这大家都有争议。报告议员啊，这个是有建哈，那这个是建筑物的所有权是宜兰县政府的。在哪里嘛？建筑物的所有权状，建他向权状所言，营业我给我一眼看呐、啊，不是我一个人看，大家要承认这个是宜兰县政府的土地。附的上面有。来，好，来这，好，来这屋啦。那这是来这的屋啦。好啦，老板，看了没有啦？都没有了，这一张的。大家主席唐议长哦，各位同仁哦，我这个案哦，啊，地方议员哦，所以讲，温议员你讲哦，真有理啦哦，温议员讲有理啊，你讲伊当初啊就感觉爱听，啊，问题是伊当初无听，但即马好像有钱落来，即马无听钱会收转啊，所以讲温议员伊也不是讲未使听，是讲伊当初来无听怪怪啊，我只感觉讲，主席，时间的关系，咱啊请高议员拜托一下同意啦。好一点，无钱收顿，好，好你收顿好。拜托拜托，拜托拜托，伊交差唔对啦，那边呢？啊，我讲一下，来讲一下，讲一下。我咧做市长的时阵，县政府同意我拆倒啊，拆下钱嘛，我市公所要出，讲迄什么富有历史空间、日本时代建筑物，啊，无人住嘛，你建筑物对无？啊，迄吼，连锁店嘛，歹去咧，尾后。县政府知吼，去维替帮，惊人看，才维替帮安尼。我做八年九个月的市长，未使拆就未使拆。啊，我即卖要问讲，县政府即卖太多钱来使拆。啊啦，黄议员要替你讲啦，讲。我看安尼啦，啥物事叫来说明啦？好了好了，买。历史空间啦，你那，你暂时买啦，上尾再来处理啦。什么暂时买？啥物事叫来说明啦？到底谁啦？无时间啦，你们同都。来来，上尾再来处理啦。保留啦，哈，保留啦。啊，你那保留多啊？人家在那里有啊。保留啦，上尾啊，再来处理啊，上尾啊，再来处理。好了，过来。政治第一九九号。
案由宜兰国民小学经管现有财产建物宜兰市民权路一段71号拟请报会拆除一案，会于审议办法，请会于审议同意后依法处理。先把历史空间啦，同样，来啦，历史空间，好通过了哦，好通过继续啦，再来吴纳奇来说明啦。好啦，我等下我就采访啊，你那边个处理我等下再来。对啊，先把起来啊，好啦。政治第200号宜兰市公所。无啦，你下下你先把历史空间啦，你那。没啦，没关系。这历史空间啦，学校啦。不是的。宜兰市公所经管现有财产建物宜兰市中山路2段430巷1号，您请报废拆除一案，请会于审议办法，请会于审议同意后依法处理。今晚地点在哪里？这个很快。今晚能办呀？赶快。地点在哪里？这间是立法部。最右边的那栋，和托手对面那间，嘿，一样的道理吗？是。历史空间啦，我们那起来说明啦。今晚是要处理就对了，还是要保留啦？保留啊，像吴老叫他说明到底是历史空间啦，无啊，你当嘿。吴老吉嘞，这拢日本时代较大俩。我还记得我做市长的时阵。管政府甲我讲哦，讲这个很珍贵哦，日本时代的产物留下来的哦，而且哦，它那个香料只有1米多哦，很符合那个味道的。哎呀，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嗯。要用那个味道。啊，现在都没有味道了。请教大家啦，请教大家，那要哪啦？主席啊。好啦，我是讲安尼啦，委员啦，当然你的表达我同意同感啦吼，我是感觉经过真正。后壁迄管政府宿舍占用的宿舍真济啦，其实拢啊一并拢拆掉的啦，留迄未看的，讲是敢那还无人爱入的。我是讲加减拆，我拆好较入的，拆几间算几间啦。我是讲爱整个爱处理啦吼，啊，迄个委员卖搁伫遐坚持啊啦，正当正直啦吼。来啊，林志宏林演，林志宏林演。哦，主席，当然，甲你委员你讲真正。伊咧做市长任内啦，啊真委屈，上真个案内代表会嘛是拢去用，拢真头疼啦吼，啊历史空间啦吼，嘿，好，所以是毋讲请这个，我是建议讲好过啦吼，敢无文化局，这个所谓历史空间一致性的标准爱有，袂使讲无共人质检吼，无共款的标准啦吼，是毋是讲这个部分？啊、哦，我个人建议下咧吼，这个爱请咱文化局来做这个说明啦。啊，这三案吼、哦，后面那边真的很脏乱啦吼、哦。我个人意见是这个好通过吼、哦。啊，来听下底，他们请文化局啊来做说明这个一致性的。哎，别个说明啦，来说明啥？一定啊，我咧讲啦，市长他当然伊是安，当然是爱安尼表达啦。我跟你讲啦，伊做8年交计划啦，伊唔创人馆长，伊就不要甲拜托啦。咱毋是市长做家务，所以咱靠度量诶，爱用听啦。什么个文化局来个解释啥？对，无啦，解释啥？无历史空间都有嘛，伊就确定这是有诶啦。啊，就是拄啊，大家拢讲较清楚啊，就证明啊讲上清楚，什么讲上清楚啦。伊即马就讲伊八年拢歹要听，现在无做，伊就要听啦。历史空间不是一个人认定就认定，哎，大多数人讲是历史空间，无大家撮撮来看好不好？但迄间会看哩，你敢大无？好啦，先地勘察啦。无啦，你通过了，无，未算通过啦。嘿，未，既然无啦，就讲历史空间啦，我感觉，咱不要随便讲迄个意思，我来讲啊。民间团体来跟你抗议，我跟你讲，莫，我即摆安尼讲啦，我叫你有啥意见？到底吼是要通过，也是无爱，就是暂时保留。但是这个定期大会上尾也是再来处理。莫，迄到时人去，那资产那协会，我来有五个人讲的啦。你已经充分表达，我拢大家拢知影，大家拢知影你的。我还未讲就煞，恁还唔知影？你即马听三经啦，迄毋是三经尔俩，迄一排俩，一排我那拢二二六六，毋是三经二二六六尔，规排后壁拢二二六六俩，要拆吼，全部拢爱拆掉俩，无拢管政府的，土地拢宜兰市公所的，顶管的地上部拢管政府的，对不？啊，你要拆太侪三经，啊三经贵呢，迄拢联动的俩，
咁拆三间啊？三案的，就是三案拢是干？三案三间嘛。我看，哎，这哦，你对不？你要拆，你要拆，全部规排送拆。哦，伊即话讲，我做要哪来进行啦？即有人住嘛要处理，即有人规排拢拆掉，伊人公所嘛要出钱。啊，有人咧住，你爱互一个时间处理啊。系啊，有人咧住，你爱有一个时间去处理啊。有人几个人伫遐住？拢总几间几个人伫遐住？等下，我吴议员讲一下，伊讲要讲，讲一下啦。啊，江议员啊，咱既然只能讲一下。哎，吴议员，你等一下，哦，伊讲一下。我觉得财政处，当然在黄定娥担任市长期间，有很多的要处理宜兰市，不管是跟县政府，例如中央市场，啊，还有一些的一个案例。当然建设了是要超越党派，那应该是一致性，不能因政党而有所差别。宜兰市坦白讲，市公所所有这些的土地，大部分都是在金华区，都是行政区域。那为什么宜兰市很多的都市没办法更新，没办法执行？不管是县政府责任，或是公所的责任。其实应该是以市民的观点来做出发点，而不是用意识形态来做一个管理或做一个开发。坦白讲，从尤锡坤县长时代，那个时候市公所也是非常有这个宽厚的心胸，提供土地新建这个演艺中心，传移的现在的演艺厅。后续的宜兰市的这些所有的，不管是机关用地，或者是说已经迁徙的一些的土地，该要有所变更，该要有所速办，要赶快来配合都市的更新。其实我们县政府不能袖手旁观，所以今天你们也没有想到说黄定娥他会来当县议员。我想这些都是在反映出我们的县政也好，市政也好的推行。应该是要一致性，而且是要有长远的规划。我们希望说，县政府既然要把这些的已经完全没办法看住的这些的建筑物，要把它拆除。我想应该要做一个整体性，不是说想到一个 A 我就拆 A， 想到一个 B 我就拆 B， 应该针对一个宜兰市过去的，不管是李国华当市长时代，黄定娥当市长时代。或者现在的江春辉当市长，宜兰市有一个行政中心的，这个行政中心，你们县政府不管是建设处或怎样，有没有去关心，有没有去协助，有没有去辅导？啊，我想这些的历届的市长，大家都希望说，在他的市长任期内有所来做一个发挥。那我希望，也利用这一次，我们希望在整个这个整体上的，说定，我想你们应该，我们让宜兰市。不管是你要做像县议会，你要做历史空间，那现在正在一个大兴土木，那一些的，不管是那个从和睦路，从所谓的民权新路也好，我想这整个中会到中山路这个大的一个面积哈，我想应该从一个比较宏观的思维哈来做一个啦，做一个探讨了，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不呀不爱啦，刚多少亿万？喂，市长啊，市长代理啦，市长大议员啊，同情一下，但县政府欠一个公道啦。我就讲唔对啦，伊口罩唔对啦，莫安尼啦，谴责啦，安尼无？县政府啊，看欠一个公道啦。无公道啦，无公道啦。那过去八年搞过的，就好像一历史空间，啊，现在什么间都没有了。是不是啊？你别个了，是不是啊？你别个闹啦，你讲一下啦，有啦，拜托啦吼，我通过啦吼，通过啦吼，好，通过，通过，好，通过。来，卫生局，卫生局啦。无啦，我通过，我讲嘿。好啊，五点嘛，五点。你有那资产的呀？那有那。通过呀啦，就可以讲一下无？你别啦。什么话？我反对，我你讲啦。那是有那资产有那管的呀。到时候我你讲，有那资产是哪样讲去？没有那管你去说了，我即马叫文化局来说明啊，拄仔你都讲好咧，你哪呢？
安尼啦吼，我咧讲啊，你啦，安尼我咧讲，我不同意啦。安尼啦吼，嘛有内管无遵守啦，吼、哦，有内管无遵守。我叫伊来说明啊。好啦。我讲你咧想卖过嘛？你想哪呢？啊，奇怪咧，什么过了？好啦，欸、拜托啦，嘛有内管，附带协议啦，然后有内管无遵守啊，都是无通过啦吼，嘛有内管都是无遵守。啊，内管，人甲你讲内管，有偌资产比议会，有比咱老议会搁较旧的咧。来，你听我讲啊。哦，你即款咧，你来烦啦。嘛是，我就烦啦，你也知。那是有内管哦，都无通过啦，都无遵守啦，这样这无通过无罪啦吼，安尼好，好啦，就这样。好了，有条件就动啊，不能用这样内。按附带条件的，附带这样子就贵啊！附带条件，啊，你都贵都贵都贵啊！是吧？一定要变，一定要变啦！叫那个促进供该设计啦，促进供列管不列管啦？我写那个这个没有列管的啦，如果这个列管是绝对不能动的。没有列管的才供。好，没有见通过啦。你起码讲没有列管，到时候有列管嘞。哎呀，大家都怪以为你老没管，哎。好，有意见了，谢谢。那卫生局，有意见了。好了。权利问题了，超过五点了，下课了。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来，第几人？第几人？这第几人？权利问题啊。第几人？184，政治第184号。好啦，弱势啦，要办无啦？好啦吼，好。你讲一个话一个啦。好啦，你爱讲一个道理一个啦。你要叫我讲啥嘞？你甲我讲，我照你讲的念。一点钟前甲一点钟后讲的无同款，你讲一个道理一个。你讲的本来安尼哩。你别讲，我拄仔讲啊清楚，我讲拢是安尼，不是？妈的啦，好啦，这讲我讲唔对啦，安尼无？安歹势啦，好安尼无？好了，拍死啦！好，通过。啊？除那两个案子，哦，是哦。好了，继续，来。刷啦，无啦。好了，政治第。有啦，妈的啦，咱都要讲好啦，就来，给。有啦，妈的。政治第201号。你拖真重啊，紧等于走啦。政治第201号，本府经管礁溪乡役截段182件号，现有建物拟请报废拆除一案，提请审议。反对。第几案？反对。201号。叫吴乐吉来啦。201。都叫吴乐吉来，你谁啊？这是啥啦？对不？反对啦。啊，县地会看啦。啊对啦，这边创啊啦，这啥才啊？啊，好来吴议员，这个是地方上需要，吼、哦，把这个旧的拆除掉，唔知我都，我都地方唔知我都发展，我都同我建设，啊你讲唔好价钱，要不就旧的创啊，老的啊弄啊，咩来塞？这个本席希望同仁能够支持通过了。这连线到了没有？现在是未达使用年限哈，但是因为它也符合我们现这个自治条例的规定哦，就是说把它清除之后哈，它能够提高它基地的使用的价值，哦，这样子可以去做一个活化。不是啊，使用年限为什么要拆除呢？那这个东西哈，有符合我们现自治条例第68条第3跟第4款的规定哈，它是可以的。它现在目前做一个小农的市集广场，啊，已经被活化，哎，做一个停车场，就是小农市集广场还有一个停车场。好了哦，好，多加，好，过来。政治第202号，本府拟处分三星乡天山段142地号一笔现有土地，请会于审议。这是让售，几平？320平方公尺。哦，好，通过了哦，好，通过。啊？让售没有说啊，没有说你们要什么价钱啊？保留的时候就说你们用什么价钱，你们说用公告地价是不行的啦。对不起，是这个跟议员报告要，就是我那时候口误了，应该这个是要用市价哈，要经过我们财审会的同意。是。继续请各位议员参阅财产处分第2预备金动支数额表这一册，没有编号这一册，政治第
161号本府拟处分三星乡天山段359D号一笔现有土地，请会予审议。好，让次了，这好通过了哈、哦。谁起案啦？说明啦。来，说明起来。跟议员报告，这是一个让售的案子哈、哦。那现在目前大概是有70平方公尺左右。那目前的土地公告限制是每平方公尺11400块。那经过这个议会同意之后呢，我们还要报请这个财审会去定价，也是用市价去让售。为毛平较贵啦？啊，我想讲弄平个好，平偌贵个，惊死人！安尼抢市个。你讲你即摆市价评议委员会也都要定出来啊。拿来审议才对啊！咱通过了，因再会去评啦，拢安尼啦。好，通过了哦。好，继续。继续，请各位议员参阅政治第198号，宜兰市公所经管现有财产建物，宜兰市中山路两段430号、430巷45号，您请报废拆除一案，请会予审议。谁到位啊？这都有通过没？没有啊。好、哦，通过了，通过了啊、哦！好啦，这叫文化局来说明啦。我已经通过啊，通过嘛嘞，嘛嘞，弄不完哦。文化局说明啦。好啦，有啦，好，你排上请来啦。好啦，文化局说明才通过哦。好啦，已经通过嘛嘞啦。好啦，多谢啦哦。我甲大家拜托一遍，报告一遍啦，就是讲哦，下礼拜咱就拜四拜五是要抓咱讨论嘛吼，啊拜就是财主的咧担有积存啦吼。啊，拜一的时候是不是吼、哦？咱因为各小组的召集人，啊，佮定时有安，法规有安会来，迄个成员拢也袂产生哦。后礼拜喏，因为单位即阵哦，请各党团的干部，也是要参加的人哦，尽量去登记。我佮时间啦，好无？咱11点来协调啦，11点来协商啦，好无？啊，所以嘛，要来参加这协商的人哦，莫登记到迄个时间啦，好无？11点来协商啦，好无？后礼拜11点哦，各政党的干部也是要来参加协商的人哦，卖登记11点到12点迄个时间啦，哦，拜托哦，好，啊，今仔会议到这，吼、哦，真多谢大家哦，感谢大家辛苦，大家支持啦，吼、哦，多谢，散会。几点开？啊？拜几点？九点，九点，咱就从九点，哦。好，多谢啦，吼、哦，拜谢哦，辛苦。